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十二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20:31至15:15。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黄伟国昌等十二人，列席委员黄伟哲等24人，列席官员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等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委员段宜康等18人，委员蔡宜瑜等16人及委员尤文宇等23人，分别拟具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121条条文修正草案。决议大体讨论完毕，另定期继续审查。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那么我在开始今天的程序之前，跟各位先说明一下。那么等一下我介绍列席官员，宣布今天的议程之后，我知道有委员同仁要做程序发言，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行程序发言哈。好，我先来介绍列席的官员。首先介绍行政院卓荣泰秘书长，欢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培训考用处萧玉处长。好，接下来介绍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被提名人，黄煌雄先生是被提名的主任委员，张天青先生是被提名的副主任委员，杨翠女士、叶红玲女士、彭仁玉女士、高天慧女士、尤伯祥先生、徐雪姬女士、花一芬女士，后面的四位应该是兼任的委员哈。今天排定的议程是审查行政院函送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请本院同意黄煌雄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张天青为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杨翠、叶红玲、彭仁玉、高天慧、尤伯祥、徐雪姬及花一芬7人均为委员案。那么我跟各位说明啊，我们的这个议程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是一次会，那如果各位这个质询的时间比较踊，我们这个质询委员的这个比较踊跃的话，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我们可以适度的延长啊。那明天如果没有质询，我们明天会继续。好，我们现在请这个在场的同仁，如果有程序发言的，请举手啊，我们就照顺序。我们第一位，请这个徐永明委员。所以我们在3分钟好不好？3分钟之内。谢谢主席哈。我想也趁这机会哈，感谢这个被提名人张千青、杨翠、叶红玲跟彭仁玉老师哈，有回应这个时代力量这个问卷。不过这时间真的有点赶哈，我们刚才都是在10分钟之前哦，这四位被提名人的问卷回应给我们哈。那这个过程里面有被提名人跟我们反映哈，他们接到这个行政院通知太晚了哈，那因为我想被提名大家也工作很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回应，甚至这个时间非常短哈。所以这边真的很想请问一下行政院秘书长这边哈，就说我们是4月10号，其实时代力量党团就开了记者会哈。那我想到今天，其实公开这些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哈，今天是25号哈，所以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4月13号，行政院将促转会人事送进立法院的时候，下午3:46哈，我们就寄信给行政院公共关系处的这个处长，那希望在1周内收到回复。也就是说，4月13号行政院名单送到立法院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我们的问卷也送到行政院哈。虽然我们公开是10号，好，那之前中选会的人事案，好，我想行政院也是有处理过哈，所以我们是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被提名人他在回应的时候说是这几天才收到这个问卷，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回应。这也引起
我们的担心，好，就说到底被提名人对于立法院这边的情况是不是有比较充分的资讯？好，虽然比如说昨天有去，前几天有去拜会亲民党党团，亲民党党团也提了问题，好，所以是不是可以请问一下秘书长，就是这是一个误会吗？我相信这跟被提名人都没有关系，我只是想知道说行政院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好，13号就请跟行政院关系，公共关系处的处长庄慧兰把电子问卷给他了，我希望一个礼拜内能有回复。好，我要提，好，这并不是说我们独特的要求，因为我们是希望透过这过程让审查的过程更严谨。那我们也认为说，我们提的这15个问题，我想跟整个处转会的被提名人是不是适合担任委员？那对于未来转型正义的看法怎么处理？我相信这也是不只是我们想了解，立法院其他党团想了解，民间甚至我想各自被提名也想知道其他人态度是如何。好，是不是？对不起，我知道这不是质询，可是是不是能请秘书长解释一下，为什么13号我们就跟行政院联络了？那有委员说这几天才收到这些问卷，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些落差？好，导致我昨天还必须发文说，是不是可以做回应？还是行政院统一希望他们不要做回应？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吗？好，谢谢。那么请回，我等一下我来处理。那还有刚才李俊毅委员说要发言，是不是？主席，各位先进，有关同意权的行使，我们规范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这里非常清楚，就是第4章29条到32条，所以任何同意权的行使应该依照这个规定来做。如果认为这个不完整，我们本来就可以修改。那有关立法院我们现在执行同意权，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如果它是一级机关，它就经过全院的审查，经过全院的审查。如果是二级机关，它就经过各委员会的审查，分别由不同的委员会审查，所以它的其实规定非常清楚。但是同意与否都必须到全院来进行审查。那同意与否，其实这里非常清楚，它非常清楚的规定说，在全院进行审查，也就是进行投票，它没有任何讨论，所以也没有问卷，也没有讨论，也没有什么，送到全院的时候，它就是投票。那如果认为这个 不合理，这个不够完整，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提出来过，我包括我个人我也提出来过这样的修正，我认为同意权的行使可以更趋完整，所以这个要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来处理。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针对这个部分来进行讨论嘛，那所以就依照现行的规定我们来处理。那现行规定来处理，有关处转会它本来就是未来担任二级机关，二级机关的审查，二级机关的同意权本来就是如此，在委员会进行审查，审查完以后送全院来进行投票。那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你可以赞成，你可以不赞成，都可以在你的投票显示出来嘛。那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今天进行的程序到底有什么地方是不符合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29条到32条的规定，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审查，然后能够进行全院的投票。谢谢。好，谢谢。来，我们请黄国昌委。谢谢主席哦。其实，如同刚刚李俊委员所讲的，没有错。按照目前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的确是没有书面先请回复问卷这样子的规定。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同仁，2016年2月。踏入立法院这个大门的时候，是承载着台湾公民社会的期待，也做出了国会改革的承诺。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在立法院里面，事实上针对相关有关于人事同意权行使过去那一种比较粗略、比较冲促、长期饱受台湾公民社会批评的方式，我们一方面在委员会里面完成了修法，只是因为莫名的原因没有送出委员会完成法案的二读跟三读。本院
当然自己要检讨，为什么我们早就讨论完成的条文，迟迟没有办法完成二读跟三读，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一届的新国会，我们也透过具体实践的方式，事实上对于人事同意权的行使，请被提名人回答问卷这件事情，不是针对初转会的委员才开始的。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在2016年夏天，司法院正副院长、大法官，到接下来的监察委员、考试委员，在人事同意权行使的过程里面，这已经形成了我们的惯例。那当然，在这一次人事同意权行使的过程当中，整个时间非常的压缩，我们也都理解。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当行政院正式把咨文送到立法院，我们收到的当天，没有任何的延迟，就把问卷交给行政院了。那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比较实际啊的问题是说，一方面我们希望是不是行政院可以跟大家示意一下，它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给被提名人的？因为在座啊，其实好几位老师都是我之前在学界非常敬重的对象，我也相信以这些老师过去他们在学术上面的表现，在公民社会的参与，应该不会不至于不答这一个问卷。那但是他们所受到时间上面的压迫，会让我们觉得很困惑。我们东西早就给行政院了，那为什么他们会表示收到的时间这么晚？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样子的差错？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事情已经到了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我还是要再特别啊的感谢，包括张副主委，包括杨翠老师、叶红林女士，都有把问卷，还有包括彭老师，都有把问卷还回来。那剩下的委员是，就这个问卷的部分，是因为时间不够，还是即使再有时间，也都没有打算要作答？那是不是如果说今天的审查会一直延续到明天中午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在今天晚上晚一点，或者是说到明天早上的时候，能够把这些东西提供出来给大家？因为我相信立法委员在这边进行人事同意权的审查，不是我们在审查被提名人而已，整个公民社会也在审查每一个立法委员在行使人事同意权上面的表现，是不是有尽到受到人民的托付，那问应该要问的问题，在这个人事同意权审查的过程当中负起实质审查这样子的责任，那这个也是我们所背负的。所以我们一进立法院开始，所有人事同意权审查的作业无一例外，我们都是这样子要求自己，也是按照这样子的程序来加以进行的。谢谢。谢谢黄委员。那柯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有关于斯奈利昂现在所提出的问题，事实上我们要 来了解一下，对于被行使同意权的人行使问卷，是不是法上所规定的？那过去长期以来，在这个地方行使同意权，有没有每一次都这样做？当然也有基于尊重的上面，有的有回答。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体制的问题，那不是自己，才有承载公民社会的压力和看法，每一个立法院都是一样。新的国会，新的改革，大家要做，我们都非常欢迎。另外，这些刑事法上面有人提出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三读通过。那这没有三读通过，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的，也不是说你个人冷笑，你个人自己认为你就是一个法律，你必须要怎么样就可以处理的。我在这里告诉实在院的同仁，大法官我把我事件释出来的时候，一个立法院最重要的那个事件的条文释出来的是什么？
立法院有调查权，那一次为了三一九证交会问题，那是很重大的事情。那现在有没有人在谈？因为有调查权，就是国会的调查权，和监察院来分享这个调查权。还有，我们有一个委员提出来，要引照国外的所谓的听证权，对人事听证、对于政策听证等等。假如各位这么在意国会改的话，我们欢迎一起来加入。啊，不要把哦自己要创设自己的官吏，就我实在要问你，一定要回答。过去我们曾经这样问过，可是不回答，那我们只有面对这个问题，就只有修法而已。所以今天我比较诚恳的就是说，到底今天程序要不要进行下去？所谓等一下回去再回答，以后明天再送过来，那对已经执行过的人是公平的吗？所以我们应该很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要的话，我们要了解到底立法院，大家都很知道，立法院每个会期，这个会期到5月30号。三十要而已，那接下来是没有临时会等等。他一个会期里面，这个会期是要审国会事预算，下会期就是中央总预算，还有很多法案，包括人事投入权的行使方式，是不是要很周延、很完整？包括审查法案、审查法案以及最重要的审查中央总预算呢，是不是很乱乎？大家心里很清楚，我们有没有够足够的时间？是不是要制度上要如何改变，才有办法达到大家理想的状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从1999年1月12号国会无法修正以后，整个国会无法再被修正十几次，所有问题该讨论都讨论过，但是呢，有现实时间的问题，所以你要把整个同学行使设计的一套像就都完整。我想我们包括本会期。只有三个同意权要行使。我们昨天总裁总长新党已经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处长委员会，接下来要 NCC 委员，我们要了解到底我们要如何设计一个完整的，大家来思考。但是还没有立法以前，当然大家在依据法律来行使。我是觉得这并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好，谢谢。那如果没有其他委员要发言呢、啊？这个。容主席做以下的建议了哈。这个各位委员的意见呢、啊，因为现行的这个职员行使法，它并没有对被提名人回答问卷有强制性的要求。那么，所以被提名人是否回答或如何回答，那都要各自负起责任啊，就各自承担后果。那所以刚才有委员问到说，行政院什么时候把这个问卷啊转给被提名人，我们也希望这个秘书长等一下在报告的时候啊能够一并的说明啊。那我们也期待啊这个被提名人能够尽量的这个可以对于包括党团或者委员所提出的问卷，还是希望能够提出这个具体的回答啊，这个对于我们审查跟各位啊这个通过同意啊一定会比较有帮助。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完全回答或者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当然就要由被提名人自己承担这个没有回答或者是这个回答方式的这个后果。好，我们现在请行政院卓秘书长报告。我们报告的时间原则上是5分钟，那么希望这个秘书长，当然您因为要多增加的问题，您如果要这个超过时间呢、啊，这个您自己斟酌，好不好？好，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全体被提名人，今天贵委员会举行第16次的全体委员会议，审查行政院所提名，包括黄煌雄、张天青、杨翠、叶红玲、彭仁玉、高天慧、尤伯祥、徐雪姬、
以及花一分等九位为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以及委员的同意案。本人代表行政院列席报告，深感荣幸，而责任重大。仅就这一次促转委员会提名作业报告如下：法令的依据，依据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八条的规定，促转会是委员九人，由行政院长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之。行政院长为提名时，应指定一人为主任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其他委员三人为专任，其余四人为兼任。但全体委员中，统一政党之人数不得逾三人，统一性别之人数不得少于三人。委员任期至促转会依第十一条第二项解散为止，但行政院长依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延长促转会任务时间时，得依第一项程序更换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或其他专兼任的委员。这个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代表全体的被提名人，希望能够得到大院的同意，来完成这次同意权的一个法令的依据。那我们这一次的提名的原则，我们有几项，所有的被提名人都具有丰富的专业学术以及或者是实务的经验。依照促转条例的第二条规定，促转会隶属于行政院，为二级独立机关，负责规划推动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 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不当党产之处理及运用，以及其他转型正义事项。那这次促转会委员的提名，就相关专长领域来遴选优秀的人选，有助该会从多角度、多面向来推动转型正义，达成真相追求以及社会和解的目的。那至于法律当中所定的统一政党人数不得逾三人，统一性别人数不得少于三人，那更是这次九位被提名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性。因为我们在九位被提名人当中，我们有六位女性，三位男性，这跟以前各位看到的公务机关是不大一样的。我们也努力的落实了性别平等的这样的社会的潮流。同时在政党的比例方面，我们有六位是无党籍，只有三位是有党籍身份的，这也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那是九位被提名当中有八位没有双重国籍或者是国外的永久居留权。那其中有一位冯委员，他也同承诺会在到职之前放弃他兼具的外国国籍，所以这也没有违背法律的任何规定。那九位被提名人当中，行政院提名黄煌雄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张天清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那至于这九位委员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学术专精，我想事前我们都送到大院，各位委员也都已经相当的了解，我就不要在这里再利用多余的时间来报告。那么这一次促转会提名的程序，依照促进转型正义落实民主宪政的次序，行政院经过审慎的考量，提名黄煌雄等九位。这九位被提名人具备相关领域丰富的学术经验及实务经验，学养俱优，所以本院在提名时候也考量他的性别、政党的比例符合促转条例的多项的规定，所以我们敬请大院能够鼎力的支持。那刚刚主席所要求，就刚刚几位委员所提出的一些的询问做简单的答复。先向各位委员报告，本人来自立法院，所以我尊重，完全的尊重立法委员的职权。我也相当了解委员在行使职权当中所必要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也相信整个审查的制度，无论是现在这样的委员会里面的审查，或者是其他的人事同意权在院会里面的审查，这一个审查制度公开的接受委员的询问，
足可以让委员清楚了解每一位被提名人他们的想法以及过去的工作经验。所以这一次在接受到时代力量党团送来的问卷的请求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天是4月13号嘛，4月13号是星期五吧，而且我记得行政院是在4月13号的下午送出的，所以我们有两天是在周末的时间，以及过了礼拜一之后礼拜二，我们看看整个内容，我们把这个案这个问卷的内容，哎呀，经过我们的了解，我们经过业务单位也要有一些思考，我们不是全盘的照收哈。了解之后，我们在4月20号之前就送给所有的委员，所有的被提名人。不过这里我也要向各位报告，促转会是独立的二级机关，它是一个独立机关，所以行政院不宜给他统一的命令，我们不宜给他统一的要求。我们只希望他尊重他的独立性，让他越独立越好，不要给他太多的牵制、太多的命令或太多的要求。但是至于委员如何答询、如何填写这个内容，完全遵照被提名人他自己就问卷的内容的了解以及他在时间上的掌握。所以跟主席报告，也跟委员会报告，在整个转达这个问卷的过程当中，行政院没有延误。那我被提名人如何答复，时间如何掌握，我想我们应该也拜托各位委员能够尊重被提名人。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秘书长报告，请坐。主秘书长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要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并不再延长。今天下午4点截止询问登记。如果这个第一轮都质询完毕，那么委员还有这个问题要问，我们可以看征询现场委员的意见呐、啊。原则上我们会可以开放第二轮的这个质询问啊。好，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徐永明委员。谢谢主席哈，不过我这边要先跟秘书长这边讲哈，4月13号送到行政院，很多被提名人是跟我们讲，他们是4月20号才收到，这中间有一个礼拜啊，你当然讲说中间有这假期。我们只是请行政院代转啊，至于要不要回，其实被提名人决定。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行政院这样的拖延哦，压缩了被提名人回应的时间跟意愿呢、啊。这个我想真的像你讲，尊重独立机关，真的行政院不需要去做这个动作了哈、哦。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那另外是不是请主委被提名人之外，其他8位被提名人到台上来？谢谢。好，不好意思，我们请除了主委被提名之外的8位，这个好。跟各位被提名人真的是很抱歉哈，这个审查时间很短，那问卷很多没有拿到，我们就会有这个困扰，就是说真的要请各位排排站。这个画面啊，我个人来立法院以后也觉得不好看了，所以我们才觉得说审查过程真的应该让它时间长一点，更严谨哈。那我想请问8位被提名人哈，你们被征询，好，担任促转会的委员。哦，或是副主委是哪个单位的官员，成哪个层级的官员跟你们征询的？是总统府的吗？还是行政院的？好、哦，是总统府的，请举手。总统府谁？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姚副秘书长。不是。那哪位副秘书长？刘副秘。哦，刘建新、刘副秘是不是？那请问其他位是谁征询？啊，杨老师，那个人博馆推荐的，但是姚副秘也有。这个能不能稍微往前往前一下哈？对不起哈，因为你们要靠着麦克风哈，不好意思，这个才能录音哈。谢谢。所以我们的副主委是副秘嘛哈，总务副秘征询的。那
杨老师这边嘞？啊，我是那个人博馆推荐的，但是复命也有问过。没有征询，我的意思说，征询的行政部门跟层级是总府复命嘛？好，那我们叶女士这边，就这个行政院有，用这个吗？哦，行政院有，就是说接受各方的推荐。那据我所知，包括人博馆陈馆长在内的，就是说有一些不是啊，就是问你愿不愿意担任委员的是谁？还有学者专家都有推荐，我知道。对，所以我跟杨老师一样，就是说陈馆长那边推荐，然后就是说总府那边复密来复密也有讨论过。哦，对，好，那彭老师嘞？我状况跟杨老师有点接近，就是说我也是在第一时间收到的电话，的确是人博馆的馆长跟我联系。那我的意思说，官员是谁？官员总府复密。第一时间是陈俊宏老师，我说总统府或行政院的。然后在第二时间呢，的确是我也跟姚秘书长、副秘书长见面。姚副秘书长嘛，是不是？好，那我们律师这边呢，尤伯祥律师，我是行政院的罗政务委员来征询我有没有意愿。Okay， 好，那徐老师，对不起，我真的无不尽哈，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地只能这样子。我是主任委员跟姚仁多先生。OK， 那花一分花老师，好像有好几个管道哈，因为那个林芳正主委有问过我，那个刘政务委员是刘什么刘秉承政务委员 ，OK， 然后罗秉承政务委员，对不起，然后也有姚富密，然后也有刘建熙 ，OK， 对，好，好几个管道，谢谢，好。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其实秘书长报告过哈，这个提名权其实是在行政院长。那请问行政院长赖清德有没有跟你们见过面，谈过处转委员会的事情？有的请举手。所以我们这边要讲哈，我记得总统府副秘还请教过我们说啊，这个职权是在行政院呐，提名人行政院长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谈说处转委员会。其实那时候应该用我们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了，我们的版本是设在总统府下面的。实际的操作是什么？总统府在操作，行政院一点关系都没有。总统府副秘在那边找人，总统府副秘在那边泼粪。然后今天来说啊，这是行政院提名，所以我们只能在委员会。好，时间有限，行政院是按时把问卷交出去，没有啊，在拖时间呢。院长根本不关心这件事嘛？行政院关心这件事吗？我对被提名人真的无不敬哈。我在问的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当时修法的时候怎么说？绝对不能放在总统府下面。就总统府在搞这个事情。我想请问八位被提名人哈，其实我们的问卷里面有一题，其实问到黄世明的事情。那整个被提名的过程里面沸沸扬扬，就是我们的主委被提名到底在黄世明案的态度立场是什么。我这边要感谢彭老师，彭仁玉老师，彭老师这个开会之前我们拿到了。彭仁玉老师说一个，其实我是觉得我想用这个问题来问八位被提名的。彭玉老师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对黄世明和监察院弹劾未过的过程了解甚薄，倘若主委被提名人经查明确有操守问题，也就是因为马英九提名说了要护航，所以让这个反对黄世明的弹劾案当然不适任转型正义领导的工作，但倘若此事为媒体捕风捉影欲加之罪，则执政当局应该以适当管道澄清还予清白，否则将有损未来转型正义各项业务之推动。我想请问彭老师这个立场，因为彭老师有回答问卷，我很清楚。因为各位委员有被提名，有其他人没有回答问卷，或这一题没有答。请问彭老师这个立场，就是说，如果是真的，黄世明这个案子，你们的主委被提名人是有介入，而且是投反对票，而且这里面又跟马英九有关系，他是否就不适合担任处转会的主委？请问你赞成彭老师这个看法，请举手。彭老师，这是你的问卷。我以为我是哦一样好，所以
那其他委员呢？其他被提名人呢？因为我等一下会问主委，被提名人说，那到底那件事情他的立场是什么？如果他是投反对票的，反对黄世明被弹劾的，你们认为他适合担任处转会的主委吗？认为他这样不适合？杨翠老师有举手，彭老师有问卷，那其他委员，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对于他担任处转会主委四格的问题没有影响吗？好，所以只有两位。那我想请问两位，那如果等一下黄主委被提名人他的回应，如果大家不满意，他是否适合担任？我想这个真的要请各位被提名人好好想一下，好，因为你们未来是要跟他一起共事，好，那是不是请回？好，好，几位请回，是不是请主委被提名人？我们请黄文雄先生。黄被提名了，其实我以前都叫他黄先生了，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认识黄雄先生，那时候在他的基金会工作过，所以我一直认为说你其实是一个蛮优秀能力的，所以我也在很多公开场合讲过，如果总统府提名你当国策顾问资政什么，我们都不会有意见，可是提名你当处转会的主委，被提名人，而且我们在立法院要行使这个同意权，我觉得真的有需要，真的黄被提名真的有个必要，就是澄清一下到底黄世明案你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执政党团说那是秘密投票，好，秘密投票不需要讲，我得要讲转型正义你追究很多过程啊，有很多是秘密啊，而且是合法的秘密啊，当时法律的合法啊，我们为什么谈转型正义？当时法律合法不代表合正义啊。我现在只是想请问被提名人，就说之前一个月多来沸沸扬扬，就是在谈你在黄世明案的态度是什么？那你现在是不是有趁这机会澄清？这是一个记者写的，当时的他说，在这个整个弹劾案的讨论过程里面，黄雄却拿出政治学者胡佛，这个也是我太太台大政系的老师，在中国时报挂名一篇文章，光天化日路人于罪的观点，称总统也是纳入检察一体的一环。当场倒戈，一来一回，让赞成跟反对票变成平手，保住黄世明的官位。不止保住他的官位啊，他退休金呐、17万，就是因为这样继续拿。好、哦，很多人在追究马英九跟黄世明怎么勾结，结果这个东西让他退休金继续拿，还有人继续在追，在告马英九也没用啊。主委被提名人，你的立场到当时你到底是投什么票？你的立场是什么？真的像这记者所写的吗？主席、徐委员，有关黄世明的案的说明呢，我今天准备了一份书面资料，因为我知道我到这里来有两大课题，我一定要面对。一个就是所谓支持马英九连任的问题，一个就是所谓黄世明案的说明。那么这两份呢，我今天基于对大院的尊重，我是把这两份资料做一个最空前的第一次的完整的说明。因为我觉得我是在这里待过好几届的人，我知道应该尊重立法院。那么今天呢，刚才那个黄国章委员提到，有些公民团体啊，也是在提及这两个问题。但我解读应该先到国会，针对这两个问题做一个公开的，就我力之所及的相对完整的说明。那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是书面的，我不知道新闻我今天练起来时间够不够。不，我想你的书面资料，等一下搞不好可以请。我想主席这边可以处理，可以印给所有委员，因为我想所有委员都很关心，那也有我们这个媒体的朋友，我只想请
被提名人很简单的回应，当时你投的是赞成还是反对票？是赞成弹劾还是反对弹劾？我在这里边呢，会把我这个问题就完整的说明，所以我没有办法很个案、很个体啊，针对这样来说明的。不是啊，被提名人，徐委员，不好意思，我做个建议好不好？因为您的时间已经也超过很久了哈。那刚才这个黄荒雄先生的说明，他有一个书面资料，那我们请我们议事人员帮忙印啊。那么印完之后，各位可以看。我刚才一开始我有承诺，说大家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第二轮再来询问。所以请大家拿到这个书面资料之后，在研读之后，可以在第二轮再问，好不好？好。哦，所以您一定还会有再问他的机会。我尊重主席的决定了哈。不过我真的可不可以再让我讲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投赞成或反对被提名人？这个很简单呐、啊。而且你如果愿意不愿意，我本来还担心说你说这是秘密投票，我不愿意讲啊。你也不愿意用这个所谓秘密投票这个名义，你也愿意公布你的立场。好，被提名人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讲到底是赞成或反对弹劾黄世明？这个被提名刚才已经说明说他不愿意在这边用简短的口头说明，他希望大家先看过书面的资料。 okay, 好，主席这样，那主席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下一个，我一分钟就好。最近党产委员会查马英九是不是职业学生？好，马英九自述里面说有啊，他还贡献良多了，半工半读。好，他的这个研究员自述里面，好，然后他还说，还因为他是博士候选人，一切活动事半功倍，好，而且还以身作则，报效党国，不止写文章骂台独，还收集资讯。像这样职业学生哦，过去在政府里面当大官的非常多。那马英九这样一个案例，资料也出来，我只问主委被提名人，这个要不要查？那个处长会要不要去查这些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海外遇到很多乡亲哦，就随便一个检举就变黑名单。这个我们民党朋友知道，搞不好比我更多。啊，像一个他还做到总统，自述里面讲报效党国。啊，这个要不要查？这样的中山奖学金还要让他继续下去吗？啊，主委被提名，我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不愿意回答，你到底是投赞成还是反对？那这个。马英九作为职业学生，在我那个送到国宴来的那个自传跟特别提起的，以及不是啦，刚刚里面已经提到这个，你如果这样的话，已经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在立法院里面做答询，所以说档案的开放，我们这个问题会纳入。不，马英九啊，这当总统啊，他也出自传里面讲他是职业学生啊，报效党国啊，还说因为是博士候选人。所以事半功倍，我们会随着档案开放来关注这个问题的。不，主委被提名了，我真的是提醒各位其他委员被提名人，如果这样的主委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对处长委员会的期待是什么？好，如果院长都不想关心，然后交由总统府几个副秘书长在恶搞，当时修法就让他设在总统府下面啦、啊，就不是。那想请问，这样的处长委员会？是在糊弄全民吗？糊弄公民社会吗？好，谢谢。好，谢谢，请回。好，我们第二位，请柯建铭委员。主席、各位被提名人、各位委员同仁，请黄被提名人黄主委员。啊，请黄荒雄先生。我们第二次上来不用再行礼了，好不好？谢谢。黄应该称黄前辈了哈，那刚才李万也老董事哈。当然，今天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在一个焦点上面啊。到底你的投票行为是怎么样？那今天我坦白讲，你1996年1月30日离开立法院，20年以后，我有晚辈、后生晚辈在这个地方要很正式执行你啊！我相信我也看了报纸，你讲哈，你被找来当处长会主任委员是人生的意外，对，但是有个意外
意外中的意外，非常残酷的意外，就是说时代力量的同仁，有包括有一些人对你做人格上严重的摧毁，这始料未及。那我来看刚才徐永明委员在谈哈，排排站这种一点意义都没有啊，然后再好像在检察官查案一样，也问之所以然，到底这是什么意义？那我很持平的问，我讲一句宋朝辛弃疾的一首诗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一人现在灯火阑珊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很诚恳的告诉各位，哎，也不用，我不隐瞒什么事实。书展会会找书展委员，来自于主任委员，我们整个行政团队，包括总统府，包括行政院，包括立法院党团，不断的在思考，也请各位大家来提供名单。我参与讨论，也一个很重要的也被咨询，啊，有什么好的人？这是我们很慎重一个团队在做事情的，不是说这个事情行政院的事情，行政总统可以置于事外。我个人也是一样，这好像我最关心，我是身为民进党党团。当然我们会关心，当然处长会的未来是不是能负起历史的责任。我甚至，哦，我前面我你也怎样，我甚至是到你家去拜托你的人。今天这个很吊诡，哦，黄世明的案子最想了解是谁？当然是我。所以当初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提到你名字，我第一个赞成，我是第一个赞成的。然后为什么赞成？我在这里向大家报告清楚。我身为哦黄世明案子，而且三当年九二幺真真，事实上延续到现在，黄世明已经该犯论定被判有罪了。我们现在资料比较重要是马英九官司五月十五号如何判决，这是大家所瞩目的。我一直在秉持一个强调，从2013年到现在，我是讲一句话叫捍卫宪政体制，终结特务治国，啊，所以呢，我对这个事情我的敢说这种退出。第一点，我是当事者；第二点，本席代表民主进步党团提出党条例，中间的过程是非常曲折，非常讨论非常多，请教过数十个教授，哎，和社会对话过，是一个从蔡英文当选总统以后，蔡总统还没520进总统府以前，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这个法案。这个法案我着意最深，我也很自信的讲，在立法院里面我发言最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现在的办公室青岛路三号就是不宜移植。过去这个地方是什么？包括南洋饭店整个 block。青岛东路、镇江街，啊，包括林森南路，包括中江东路，这整个包括来的饭店，这是就是过去警总的看守所，也是国防部警法处，我就办公室在那里二十几年了。我是在不义遗址上面从事转型正义，我有历史的急迫感，所以当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为什么敢一下子就赞成你？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认为。刚才你发的书面资料里面，事实上也点名很清楚，这个要进来相关规定，这个是弹劾案是秘密开会、秘密投票。假如有人报告你说挑战你到底有没有，你说你现在说有没有，都还是两极。对于法律的尊重，你当然选择这个应该沉默，这是对的。今天我们要看待的是这整个转型正义未来是应该怎么样样态，国家转型正义应该怎么做，整个未来我们台湾是算转型正义很晚的国家，我们一直要赶快把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但是呢就是要在名单上面很多斟酌，这是市民的论。我要谈的就是说，既然是秘密投票，那我可以问时代力量所有的每一个立委同仁，你在过去行使大法官同意权的时候，你在行使监察院同意权的时候，
乃至于前次所有同意权 NCC 也罢，我现在问你，你到底有没有投？你投给谁？然后用这个来做攻击和诘问，那这可以吗？那我方量代志吧。我参与政治二十几年来，经过大小选战，到是目前为止，很多选民打电话给我，或站在我面前说：“哎、欸，我，你选举我来打听。”我知道下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事情找我做选民服务。我还是刚叫你上救助者，你有答话不？我想这都不可能。我们要从，我不希望说今天我们在审查这个处长会的时候，是用零星的攻击性的、摧毁性的人格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要从大的面向来看待。我今天讲这个都是说我为什么支持你。当然，这个第一个逻辑上面要很清楚。好、哦，第二个，这个是民意投票，我们就尊重。你敢讲讲有倒无倒，都不是我在意的。我在意的是黄世明被判有罪，所以黄世明这个案子的终极判决，我在你的书面资料，我看到你有提到三点的态度，当然我们能够认同。未来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反正现在史上最大一个争辩，我在法院上来讲，那法院的判决不亚于宪法法庭。就是马英九到底有没有，啊、哦，用特务治国？马英九是不是利用违法监听的资料介入个案，然后呢操作政治？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比较重要的这一点。我个人从这个角度面向上，我希望时代力量朋友，大家能够用比较历史性的思维，逻辑正义有很多辩证。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他是对的，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当然，我认为你适合当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民众一起一九八一年就当政府第一任的立委，你最后是当立委的时候是给我董书，我很清楚。你当过一届国大、两届监委、三届立法委员，民进党在政治人物里面没有人有这样的记录。国民党只有一个叫陈其钦，啊、哦，我到过你的办公室，啊、哦，你在1988年就成立台湾基金会，你最记得不是二十几本书，我今天很整，我跟他们提供，啊、哦，还有俄罗斯什么，我自问我当了二十几年，超过十分之一的立法委员，我没有你这个功力，你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做二十几本书，当年你离开监察院的时候来看我。我吓一跳，结果你是哪一本书给我？你记得吗？嗯、你提什么做法我你给我？东山阿扁，就是无当党长你的调查报告，你这个调查报告做了14年，还有对于丙案保外就医的问题，你也曾经为了二来健保啊，找现在我们的副总统陈建仁来访问我，顺利去拜访你、嗯，所以我是从。同样是政治工作的角度来讲，我对你自己的严谨，我是觉得我有信心，好、哦，但是呢，未来我是觉得未来比较重要。我希望，我的回答在这里大家会看得很清楚。既然是民意投票，结果没有所谓要去为了现在你买才公，我反对弹劾，我赞成弹劾，这样有点像在求官一样。好、哦，我希望我们立法院同仁在这个事情上面。对于等着处长条例宪政秩序如何恢复，这个是比较重要。尤其我在这里要讲，处长条例里面第六条你要好好看，关键条在第六条，当然也在那个定义上面，还有不予置的哈、哦、的处理以及恢复，但是政治档案的问题，哈、哦、以及。司法评估的问题，这是个三个面向。当然，党长现在也有党长会，所以在这里，我想每一个处长委员会，把几位我的著作我都看过，我了解你们应该就是要这个使命感。前台湾在看这个事情，这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料，堆积如山的资料。我们要讲一句话：没有真相，何来和解？228事件什么？到底多少人罹难？包括我家也有人啊，白色恐怖多少人？那是不分族群的、啊，
成多少被害者，但是到今天为止，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加害者？这个是要历史是要面对的，好，尤其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在座每一个委员，你们马上很应该马上要上任的，我们希望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有幸意外也好，啊，或是自己觉得很有兴趣来做这个份工作也好，秉持对历史的责任感。黄委员，我知道你是相当有历史感的人，啊，这里面最后剩下几秒钟的时间，我要告诉，有一个法案叫《政治档案法》，政治档案法到底应该怎么写？它一般的档案法到底有什么差别？到底这政治档案法上目前为止，行政已经审查结束了，市长可以送到通过院会送到立法院来，但是我认为，基于对处长委员的尊重，哦，那么你上面的时候，你们赶快好好把这政治档案法，将来这个是一个最里面一个最重要法案。另外里面有四个委员提案，好，包括好你有这种有四个版本，那现在已经行政版本，我希望你们马上看这政治档案法，只要没有意见的时候，赶快送进立法院来，哦，将来很多的事情必须仰仗各位委员去处理。那我认为你今天的书面资料，我刚才很快的看了一次，我能够接受，好吧？好，谢谢柯委员。我可以讲几句话吗？啊，这请说。主席，柯委员，首先我对柯总召刚才的一番话，我表示敬意，因为柯总召啊，在这个问题上所展现的风骨跟高度啊，我觉得让我想起我们党外那个年代的党外人士的基本风骨，这是第一点我所要表示的。第二点，我接受这个被提名主委的这样一个身份呢，刚才各位也提到，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人生的意外。不过在福建党包括柯总召的各界的期许跟要求下，我公开声称，我是以服社会责任义的心情来希望把这个工作全力跟我们团队把它做好。在这个过程上，期望各界包括我们立法院各位朋友不断给我们鞭策指教，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单位所应该担当的工作把它做好。谢谢。谢谢，请回。有句话就好吧。好，我在个人脸书上面1月21号曾经写篇文章，就蒋万安竞选以后最应该看的一本书《三代的党郎》了。我也送给每一个立法院同仁，然后民进党党团成员。我想这大家有时间看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台湾等民主运动发展上面党郎所取的口错。所以黄伟，你未来这整个这个初选啊，转型生意，你现在秩序恢复，要靠你们大家了。好，两位请回，会后还可以继续对话哈。好，我们接下来请李俊毅委员。啊，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黄文雄被提名人。好，请黄文雄先生。啊，黄被提名人你好哈，我今天不会问任何跟监察院有关的问题，我今天也不会问任何跟黄世明有关的问题，那个不是今天我们审查你们是不是任处长委员会的重点哈。我想直接来问问题哈，第一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里面的第一条就讲说，威权统治时期从1945到1992。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不法行为哈，那跟转型正义相关事宜，你们就是要推动这个。我请教黄被提名人，你认为这个时间点1945到1992适合不适合？
因为我们在审查法案的过程当中，也有人建议说，应该日治时代也算啦、啊，清朝时代也算啦、啊。你的看法怎么样？这个已经变成法案了，我们尊重法案的一个规定了。所以基本上它是威权时期国家不正常，我们希望把它正常化嘛。那很多国家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嘛。啊，所以我们希望在威权统治时期的一些不正常、不适当的方式啊、我们可以找出历史的真相，然后尽量让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开始，是这样吧？是这样。那更重要的是，你们处长委员会今天在座的所有被提名人未来的工作是四项。好、哦，如果你看得到这个我们的 PowerPoint 有四项，第一个是开放政治档案，第二个消除威权象征。第三个是平复司法不法，好，第四个是不当党产的处理跟运用。那不当党产的处理跟运用，其实现在有不当党产委员会好在处理，所以这个部分不会是重点。那我就这三个问题哈，就教育这个黄被提名人哈，你们未来的任务哈，包括每半年要提出具体规划的报告，包括要提出相关的草案，包括要做整个总结报告，在两年内要完成，是不是这样？是是，好，来我们往下看，有关开放政治档案，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刚刚柯总庄也提到这个问题，现在有所谓的政治档案法，但是未来在讨论政治档案，其实这看得出来，目前有的政治档案其实它的高度已经超过101整栋大楼了，但是未来在政治档案的选择，什么样是要处理的，什么样是不处理的，因为你们的时间很短，目前被提名的你未来当主委，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规划？就我目前接触所及哦，所知道的，因为金钱局跟那个货币司令部的那个档案，听说已经可以开放了。我想那个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所以其实包括很多来自不同来源的哦，包括政府机关或是民间史料啊，甚至有在政党的史料，这些都必须是收集的范围。那处长委员会必须做的就是决定哪一项是政治档案。好，然后档案以后，你们时间有限，那资源也有限，所以你们必须花很短的时间，很快的进入主题，然后把这些政治档案做一个中整嘛。好、哦，这个才是你们的工作嘛。好、哦，所以未来政治档案的选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哦，这个提醒你们。那第二件事情，我想请教的哈、哦，来下一页。其中有一个叫做威权，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易遗址哈、哦。这个部分我想了解的就是说，清除威权象征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不是只有改货币、改路名、跟他把铜像撤掉，不是只有这样，更重要是要透过一个过程，就是不同世代的人、不同见解的人要有一个对话的过程，那经由对话的过程，我们才能够了解历史的真相是什么。那被提名人，你对这个看法如何？我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张表，其实更重要是让不同世代的人，让有不同见解的人如何产生对过去的了解，甚至逐渐形成国家共同的认同，这才是我们所谓清除威权不义象征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嘛。我同意。但是这个工作其实不容易、欸嗯、对。那现在在你的脑袋中，你现在计划怎么做？要随着政治档案的发展，我们这个不能够随便溢出，以真相为前提。所以发掘真相，面对真相是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先靠政治档案，然后把真相找出来，然后这个部分要产生一个过程，一个对话，对、哦、一个对话，对话以后我们渐渐凝聚大家对事情真相的了解，然后凝聚大家共同的共识嘛，没有错、哦、好，来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哦、这个东西其实是我最担心的、哦、平复司法的不法、哦、这个部分、哦因为以你们现在被提名人的背景资料来看、哦、有三位律师啦，好，三位律师啦，哈，那还是以这个研究历史的为大宗啦，哈，还是以研究历史的为大宗。两位律师的，哎，这个我比较担心说未来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办法处理哈？但是我来下一页，我最担心的是这件事情。我们在威权统治时期，我们刚才讲，我们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我们希望促进转型正委员会就是处理这个，就是对威权统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加害人或加害系统，没错吧、嗯、然后加害人或是整个这个威权统治的这个加害体系跟被害人他彼此之间认知有非常大的差距啦、哦、我举一个最近大家非常耳熟能详一个例子，如果在过去威权统治者的工具
他现在告诉你说没有啦，我哪有加害，我现在根本是救援啊，不小心救援失败，你认为这句话你的看法如何？啊，这个就这个表示他对事实的认知其实有很大的差距，特别跟被害人有很大的差距，他根本不是去救援，他是执行威权统治者的命令嘛，没有错吧？是，所以最困难的其实是这件事情，如何把加害人的概念跟被害人的观念里面他两个彼此认知的差距，如何透过你们的过程，透过你们的努力，让他能够形成一定的共识，这个才是我们促进转型正义要做的事情，没有错吧？没有错。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没有错。到现在加害人还出来大摇大摆说没有啦，我是救援失败而已啦，这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嘛。他不是救援失败，他根本是执行威权统治 的不当行为嘛。那他还认为他是去救援，还大摇大摆的讲，然后还一堆人拍手。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旗舰彼此因为历史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把整个社会分裂的太厉害。那现在促转会最应该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个伤痕，如何把这个裂痕把它缝合起来。但是你们要面对问题，要面对挑战，其实很多了哈。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包括未来平复司法不法，你们必须拟定出具体的程序跟办法。哦，看过政治档案，化解这个社会的旗舰，然后彼此的之间的和解，然后最后才是提出程序跟办法。包括什么？包括过去的228事件补偿条例还没有处理的，戒严不当时期，补偿条例还没有处理的，或是人民受损回复条例还没有处理的，这些都应该尽快提出，没有错吧？对，没有错。来下一页。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未来是你们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啦，就是你们跟整个其他的机关在从事这些真相的调查也好，或是处理也好，你们跟其他机关如何来共同来努力？好，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努力。你们现在是一个二级机关，你们在行政院底下的二级机关，跟你们一样的二级机关是党产会，他在处理党产的问题。那还有三级机关，文化部的国家人权博物馆，还有我们的公社法人228基金会，还有一级机关未来总统府的原住民历史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这些东西你们如何跟他们彼此组织去互相协调，互相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如何去努力，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好，那这个主委，你未来针对这个部分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个不必政治档案了，这个你应该有一些想法。我在当监察委员的时候，事实上这些单位我都去过，我都调查过。这个过程上我做了一点，应该做了一点点参与，做了一点点小贡献。所以今后啊，因为这个是现在这个促转会是一个，坦白讲是一个过渡单位。他的任务就是应该阶段性，虽然影响很深，因为民众期待很高嘛。我们立法院在立这个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跟你们更多的年限可以处理啊。但是民众期待很高，所以我们只能给你两年。我们会努力跟这些相关的单位做一个有效的整合联系。那个主委提名人，我这里就是要提醒你哈，未来这件事情跟你当监察委员会完全不同的性质。你一个二级机关的领导人，然后如何跟我们这些委员互相搭配，然后必须跟其他的机关。那互相来努力，比如说党产会，哦，那比如说这个国家人权博物馆，很多事情如何各自在各自的岗位上共同努力，然后能够一步一步达成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哦，我们被提名人能够多付出一点时间。好，谢谢李委员的提醒哦。最后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包括今天的主委被提名人跟所有的被提名人，来下一页。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啊，时间是敌人，不是朋友啦。你们只有两年的时间呐，老实讲，时间非常非常短，要做这么多事情，民众期待这么高，民众的期待是说，啊，你上好哦，紧的像马英九那种哦，做特务出身的，你就赶快哦，认定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们促转委员会真正的目的是要如何让从不正常的国家变成正常的国家，所以刚刚那种裂解、融合、重新再生、国家迈向正常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过程。那诸位。未来我提醒大家，还有今天所有在场的被提名人，哈，时间是敌人，不是朋友，你们真的要加快你们的速度，谢谢。好，谢谢，谢谢李委员。我表示两点，请说。
第一，这个是我第一次、在立法院的议事堂听到刘委员发表见解，我个人印象非常深刻，谢谢你，谢谢你很多提醒。你是前辈啦，第二，尽量学习啦。我这个我跟你爸爸比较熟，不过我看你今天的发言呢，你爸爸一定会非常高兴，谢谢。哦，我还是希望你赶快认真的处长会赶快把它做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钟孔照委员。好，主席啊，秘书长，还有与会的我们今天处长会的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各位在座同仁，还有与会的记者先生，大家好啊，吴文啊，我就针对处长啊委员相关的委员，我就请主委。诸位好，我想我们都知道转型正义的重要性，毕竟也有人说转型正义就是迟来的正义，因为我们是要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是希望能够透过民主国家对过去的独裁的一个政府所做的违法和不正义的行为做一个弥补，这个弥补就是能够透过转型正义，希望民众有真相的知情权，也能够取得正义权，相对的也能够获得所谓的赔偿权。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处转委员会相对的也受到相关的民众的一个关心。当然对于主委担任监委的时候的一个过去，我今天不是询问监委当时你担任监委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我想跟主委互相共勉的，就是在我们的转型过程当中，一定牵扯到司法，牵扯到历史，牵扯到行政，也牵扯到宪法，更牵扯到赔偿等面向。但是最根本的，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对吧？对。还原历史的真相，就是国家迈向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跟指标。我们都是朝这个在做努力，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保障巩固我们的基本人权的一个普世价值，来督促政府对于现有的任何的，不管之前在戒严时代所做的一些的调查、惩处或者辩证，甚至我们要预防于未来的政府对于未来人权也能够获得保障，这是我们处转最主要的目标跟方向。是，所以在过程里面啊，我们也知道，透过新的正义啊，一个诠释的一个方式啊，对于转型过去的一个不正义，也因此希望能够透过所谓的真相的一个调查，还原历史的真相，重新去追究我们当时的迫害者或加害者的责任，清除威权象征等方式，这样才能够促进我们社会的和谐跟进步。同样的，我们以往的处理，不管从当时的228或者白色恐怖，或者说我们刑事的一个补偿法，或者我们戒严时期的不当叛乱的匪谍补偿案件，几乎都是用补偿方式，不然就是用平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处理过对于加害者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所以我们在条例里面也特别订定了，我们在第二条特别讲到，处转未来就是开放政治的一个档案，清除威权的一个象征，保存不义的遗址，希望能够恢复司法，平复司法的不法，还原历史的真相，并促进社会的和解。相对的，不当党产的处理的运用啊，现在已经在运作啊。其他包括其他的转型事项，我想认识过去就是要避免再犯的重要要件，这也是我们面对的
历史的问题，台湾迈向民主自由平等一个国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转型的制度和委员会对于不法这些的相关的案件是能够重新再审视，甚至对于加害者的面貌也能够透过还原的历史的真相，让更多我们国人同胞都能够了解这个转型正义不是清算也不是斗争，这个转型正义是为了维护国人的普世的人权的一个价值，这就是我们促进转型正义成立的最主要的原因。诸位，是大家民众朋友包括各委员都对于委员会的这些的成员，我也看过各委员会的成员相对的对他们的经验资历，我也看到我们彭委员他也是我们客家，真的很高兴有我们客家这么杰出的女性也能够加入我们处长，我想在整个过程里面也能够透过未来我们针对第二条的一个条文啊，能够真正的能够落实，除了还原真相之外，刚刚我们的柯总召也特别提到政治档案的一个公开，其实过去政治档案的公开其实会面临的一个国防部当时也因为228事件啊，也有做了一个补偿事件的时候，针对政治档案的公开啊，是因为涉涉到个资法所以不能公开，那面对的个资法的问题的时候，那政治档案能不能公开，可不可行，诸位如果面对这部分的时候是不是可行，这个问题啊，我所知道一直有争议，因为这两者之间好像有它的内在的矛盾性。我们在工作过程上会非常用心的处理这个问题。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不可以请我们这几方面比较用心的？没关系，其实最有经验的应该是我们的黄委员吧。您之前有担任过副主委吧？是吧？对对对，是吧？现在嘛，哎，所以你应该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啊。麻烦你来回答一下。来，请张天青先生上台。那不用再行礼。先跟这个钟委员报告，那我接到电话的时候，主要是来负责第三组，我也被告知，这一组是最重要的一组，那牵涉到也是涉及您刚刚所提的问题，那目前我必须承认，委员虽然是独立行使，毕竟是要经过大家的决议才能够做出决定，但是如果你问我。以这么短的时间，我刚刚我们李委员刚刚也报告得非常精彩，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这样的工作，这固然是我以往历史的经验的特长，但是我认为个人的隐私在真相之前应该做最大的限度，换句话说我宁愿资讯自由牺牲掉个人的一些隐私的部分，除非它是一个核心的部分，否则这个真相调查这整个转型正义没有办法成功。那另外我要跟您报告，国际上的像类似我们这种的转型正义的真相调查委员会绝大部分是失败的，我们必须去找出它为什么失败，那如何才能成功，那我必须跟您说我有后悔承诺来参加这个委员会，因为这一个委员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第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从刚刚前面的很多的陈述里面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会背负着非常大的包袱往前进，我希望这一步能够克服，
这是一个其他的部分，这是一个重担，也是一个责任了、啊。所以我已经被各位委员在征询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也愿意承担这个重责跟大任，因为面对的我刚刚特别提到啊，不管是历史上历史的一个真相，或者说我们对历史追求历史，能够让国人对于普世人权的一个价值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这个委员会虽然规范啊只能够两年，可能时间上可能会更长，毕竟我们牵扯到相关的文件资料都非常的多，有哪些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必须不能曝光，或者有些问资料可能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是可以先行让民众了解的，我想这个在过程当中确实如此一来一往，相对的也会面对的，我们是二级机关，在处理过程当中是不是要交由其他的机关来做配合，会不会 我想委员提的这些建议我也都思考过，这些都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因为现在的科技部分都可以克服您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的问题应该不是资料有多少等等的关键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把也许70%或80%的问题可以克服。张委员，其实 我想提的就是在两年有限的时间里面，其实你刚提到可能要完成我们所谓的转型正义的推动，实际上确实有它困难度，我刚时所想表达的就是我在具体可行的时候，依据条文你可能是要由书面提请行政院院长召开相关的机关来结果来办理，换言之后续的推动仍交由相关的机关去办理，如此一来是否会有其他的机关如果不配合或者有相关的问题的存在，你就是要面对着这些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要如何来做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因为这是分两部分，当时立这个法的时候一开始是框架型，换句话说处转会原来只有做规划的部分，但是我必须说后来时代力量加入推动，以及后来在第六条大量的增修条文，让处转会必须做很多执行的工作，我想核心的部分像人事清查，那在处转会来说我只要做我立了法，而这个法是适当的而且是周详的，我想这就可以解决了。刚刚张委员您也特别提到，因为你接续就是副主委啊，你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我刚才一些的一个提问，针对条文你也做了一些的说明啊，也让透过今天的一个询问让更多的民众也能够了解清楚处转所背负的一个重责大任，这个希望我们能够广泛的让社会大众能够了解，大家共同来做为台湾的进步，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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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谢谢谢谢。好，谢谢钟委员，两位请回。好，我们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谢谢主席。那我想先有请这个黄雄被提名人，还有叶红玲被提名人。黄雄先生跟叶红玲女士。两位被提名人好哈。你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在审查这个处转委员会的委员，那处转委员会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也就是要查明历史真相，才有所谓的正义，也才有所谓的和解的可能哈。那在我们的处转条例第四条还有第六条里面啊，大概就第四条的第二项有提到未完整回复威权统治时期相关历史事实，并促进社会和解，这是在历史事实的部分。那第六条的第一项就是说威权统治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侵害公平审判原则所追诉的或
审判的刑事案件，这是在司法不法的部分。那我想请教两位被提名人，因为黄被提名人是以后担任这个主任委员很重要的角色。那叶红林被提名人叶女士之前在整个转这个条例在增订的时候，也长期在这个部分很有贡献跟琢磨，所以我想请教两位对我刚刚的提问的说明跟看法。在第四条的部分，历史的事实，被提名人有没有着重在哪个部分？第六条，在不法的案件里面，司法不法的部分，被提名人有着重在哪些案件？我看在历史的部分呢，因为现在整个时间点是从1945到1992，所以它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呢。所以这部分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想法或计划？譬如说28事件，现在有两个官方报告。28事件还有呢？报告还有白色恐怖事件。白色恐怖，那白色恐怖是具体的个案？是啊，譬如说我初步就想到也有校园的事件，校园的事件，譬如台大试验呢有一个46事件，也有海军白色恐怖事件。还有在白色恐怖里很有代表性的洛库事件，什么事件？洛库事件，像孙立人事件，甚至包括雷震，他的整个那个书稿啊，原稿400万字，那个是不是现在是不是真的看不见了？类似这些，还有台大哲学系事件，哲学系事件，对，好，那么包括如果说比较近的，比如说包括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包括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林宅血案，这些应该都是在这个期间，这个大概社会都会希望能够了解，能够查明事实的真相。因为我们时间是有限的，对，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一定会就政治档案的发现，那么然后来好来根据他这个资料发掘的进度来掌握我们的节奏，就是将来相关的一些档案还有资料的挖掘。那叶红林叶被提名人呢？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刚刚委员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哪些，不好意思，可以回到上一页吗？就是说这个重大的事件包括您的提问，还有说主委刚才的回答，都是比较朝事件性的这种出发点。但是我们说台湾到目前为止这个转型正义处理的，就是说没有很成功。除了我们对228事件这个东西已经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说，刚主委说的已经有过两本国家报告之外，我们对于就是说影响台湾更为深远的这个白色恐怖，从这个49年到87年这个戒严体制之下酿成的，对这个政治案件，其实我们的一般社会就像刚刚有李委员讲的，我们一般社会对白色恐怖的这个受害者到底人数有多少，案件有多少，然后为什么受害？那这个加害体制这么庞大的加害体制怎么运转，支撑了将近40年？它不是一个就是说用事件性，当然有助于我们对人跟事物的理解比较具体，对，但是就是说从我的这个观点来看，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完成的这份国家报告，可能是国家要去跟人民交代说过去从国家的角度到底做错什么事，那怎么做错，如何弥补，然后如何预防再犯，那所以整个体制性的拼图要出来，就是说我们既要建树也要建林，要有整个加害结构的这个说明，然后加害体制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变迁，然后可能可以摘录一些说重大的事件来作为补充，让这个报告有血有肉。但就是说，所以就是一个林，但是树是要靠个案的来，对对对，我们用个案来弥补一些血肉。但是在我来看，最重要的是要提出那个框架，就是说这个白色恐怖的体制到底怎么运转，然后我们怎么预防这样子的悲剧再次发生？这样。好，谢谢两位被提名人。那接下来我想要了解有关于14条第三款的一个调查方式。是，那我们两位请回，嗨，谢谢。好，两位请回。那就请这个张天庆被提名人，还有尤伯祥尤被提名人。好，请两位被提名人。周委员好。两位被提名人好哈。那因为两位都有律师的背景，所以我直接就来请教，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当时审查
促进转移正义第十四条第三款的时候，大家就有这个疑虑哦，就是说这个调查的手段哦，到底会不会造成这个个人或者事业哦，机关或团体当然是要承载这样的一个责任。那个人或者是事业的话，那是不是要接受所谓必要的调查或勘验？那这个必要的调查跟勘验怎么去认定？我想要请教两位被提名人，就这部分手段上的行使，调查手段上的行使，这个手段跟目的之间的合法性或者比例原则，看看是被还是尤律师要答？坦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在那个给民间促督盟的那个问卷里面也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那基本上对于第十四条，我的基本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请说，促转会它作为一个二级单位，它所行使的所有的权利都是公权力。那既然是公权力的行使，就必须要践行正当法律程序。那么在这个践行正当法律程序的过程里面，它必须要遵循的除了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个大原则之外，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具体化包含了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这个也是必须要去遵守的。行政程序法当然那个要件有，那就义也有，只是说到时候你们再去评断说这个部分会不会有疑虑，造成人民的压力或者这个心理的慰部，这个取舍上面，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们要花一些时间跟功夫去确认这个部分的调查。就当初大家在审查的时候，这个部分因为包括现在很多的行政程序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因为促转你们要调查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很庞大的事实，但是如果没有给予这样的一个手段跟方法的话，也怕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在行使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审慎为之。是这个陈如委员您刚才的提醒哈，就这一块来讲的话，确实我们必须要审慎为之，但也确实这个权利是必要的，所以将来在个案里面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那个比例原则，还有那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那另外我必须要再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以促转会目前的人力规模来讲，要行使这条权利恐怕是有点困难的，因为资源不是很够。确实啊，因为大概今天大概就是九位委员的提名的审查嘛，那到相关的一些运作，你们要承载的这个调查事实的责任，还有怎么样去论述当时你们还原到的事实真相，还有如何来跟社会对话，都是很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由衷的要跟你们说，希望你们也可以把这个责任做得好啦，因为毕竟这也是长期台湾社会需要靠这样的一个促进转型正义的工程，才能达到所谓的真相，才能达到所谓的和解嘛。那个周委员，我可以补充一下。嗨，请说。因为这一条在立法理由里面有把促转会不是指为单纯的行政机关，而是认为还有准司法机关的性质。所以刚刚我觉得尤律师或被提名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要遵守正当法律程序，行政程序也要啊，行政机关也要、啊、我了解，但是因为他在立法理由认为促转会不仅是单纯的行政机关，而且还是具有相当的准司法机关的一个角色，如果在这个立场在这么短的时间，而且在第六条或第四条里面又要求促转会能够发现真相，所以这个所谓裁量的幅度密度，我会认为它的光谱会比一般的行政程序法里面所讲的行政调查应该还有更宽广的空间。所以你认为要件更宽？我认为要看你要调查的那些相关的档案事实。所以这是不是就刚才那个被提名人在提到说隐私跟这个真相公开之间的权衡？我觉得这个应该给促转会一个更大的空间。当然了，这部分一定会给你们的。对，所以我但是你们也是要受到大家的监督跟挑战呐、啊。那当然，也是要接受大家的质疑跟挑战、啊、当然要依法而进行。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大原则方向的讨论。那将来具体的调查的时候，还是有赖几位委员大家的讨论跟确定这个方向的执行了。好，谢谢两位。谢谢。那接下来是请主席帮我邀请这个彭仁玉被提名人。好，请彭仁玉女士。
彭贝提名人好哈，因为我大概想询问你的就是说，因为你曾经担任过文化部中正纪念堂转型咨询小组的成员嘛哈，那当然我就是要问你说对中正纪念堂的转型的一个看法。那这边我有一个前言，就是说之前我们的观光局把中正纪念堂列为这个招待这个过境台湾的旅客的这个外籍人士的半日的 City Tour 是不用钱的。那时候我们质疑是说，我们让外籍人士来看台湾，但是刚刚看到的是一个威权的象征，这不是一个国家预算要去推广的。所以当时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大家对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还有对促进转型正义将来这个条例，还有中正纪念堂它如何转型，都有很多的讨论。那想请教彭仁玉女士这部分的意见，还有一个具体的，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或规划了吗？我先回复委员一下，就是关于我在参与整个中正纪念堂转型文化部中正纪念堂转型咨询小组期间呢，其实它的过程是非常希望能够带动公民对这件事情的讨论跟参与的，所以现在是还在公民讨论参与的阶段。我们已经办了好几次的公民愿景的工作坊，那当中收集到非常多的公民意见，可是的确只有五次的工作坊，其实然后因为我们希望讨论的密度的品质是高的，因而参与的人数的确是比较少。那因此我们现在，那将来你担任这个促转委员之后，这个部分有何比较具体的一个做法或计划呢？我目前担任的，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目前担任的是不当党产运用规划的这个部门的未来会组织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那当中其实目前我有三个方向的考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对于受害者现在幸存还有的这受害者呢，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后代，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政治暴力创伤疗愈中心，然后跟网络能够专门为他们进行就是修复的受害者的一个对一个团体。是那这个东西其实在还没有参与这个促转会的被提名的工作以前，我已经开始进行这样子的工作的包括培训临床的工作者等等。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公共论坛的持续，也就是说文化部我可以继续回应吗？好，那文化部开头推动这件事情的，其实是在促转条例通过之前。那我相信文化部的部长呢，他的确是有非常有心在参与，就是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公民讨论。可是我相信未来那个促转会成立之后，那如果我们不当党产这边的资源能够进来之后呢，我相信我们在公共讨论的部分能够比较全面的展开。好，我想社会啦哈，不仅是立委或者人民，大家都对这个促转这个部分能够就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好，谢谢主席。谢谢周委员，也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主席，与会各位同仁，还有我们今天列席的各位这个被提名人，首先我来请这个被提名人这个黄雄主任被提名委员哈。好，请黄雄先生。那个被提名人黄黄雄先生哈，我想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质疑你担任监委的时候，为支持弹劾前检察总长黄世明而反对你担任主任委员，请问你认为这个同中的这个黄立委质疑，那你认为你应该要怎么去回应？立委。刚才我在答询当中已经提出基于对立法院的尊重，今天我正式对两个以我过最关切我的两个课题用书面正式来答复。第一个是有关这个我支持谣传支持马英九连任的说明，第二个是有关黄世明案的说明。那么有关黄世明这个案是怎么样？黄世明说：“我想，我必须，我整个就是以这个
这个书面说明为主来答复这个问题。所以林委，你是要让我把这个书面说明念一遍吗？在你的了解，你认为黄世明是不是应该要给予弹劾？我只能够用书面说明答复这个问题。你就用书面，完全用书面，因为这个是经过非常用心的把各界的意见都考虑以后所提出一个我负责的一个黄世明的态度。来，那你这个用书面，这个我也可以接受。那我请教你哦，那个这个监委陈思梦说上任后要专打办绿不办蓝的法官，那并替前总统陈水扁申冤。那黄提名人，你也当过监委，那请问你认为陈监委的这种做法，你认为这样适当吗？我现在是以处转会，对，但是我要问你你的态度啊，因为你做过监察委员嘛，那当然要看你的态度，你的看法。我不宜用我现在这个职位上，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些跟这相关的议题，所以说我要看你的态度啊。你认为这样妥当吗？我觉得我不宜去评论现在监察委员的一些作为。那个黄提名人，我请教你，陈监委的举动是不是应该了解其家庭背景，有没有转型正义推动事项的适用？你的看法呢？我对整个他这个事情的发展不很清楚嘞，所以我不宜评论的。这个社会其实整个社会这个各界大家都很清楚。那你身为马上要上任要去做这个处转会的主任委员哦，你说你都不清楚不了解。我们这个时间是从1945到1992了，这个时间呢，就这里你现在所讲的就是现在的发展。现在啊你都没有，从来媒体什么都没有看过，报纸都什么都没有看过，你认为这样适不适当嘛？处转会的我了解啊，大历史时间是1945到1992。对，那我认为因为你做过监委，所以说我要请问你，他这样的操作这样的做法你认为适不适当？ Yes 或 No 而已哦。那你应该有一个很肯定的，因为你要作为主委，你要带领所有的委员，那我认为说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看法想法哦。那你要我们提的问题给你，你应该要自己有所一个定见啊。我在我们处转会的工作咨询范围内会努力做到你现在跟我们所提出来的要求，但是在处转会咨询范围以外的工作，我如果现在做一个公职人员的身份呢，是不适宜啊，做我主委以上的一个评论。好，黄贝，因为你都不回应哈，那个提名人，我再请教你，过去有许多因为威权政治受迫害的这些案例啊，多半事后心理比较容易产生被迫害的那种倾向，那乃至于造成对政府体制的反感，尤其对司法有高度不信任感哦。那陈监委身为政府体制的高级官员哦，陈思梦哦，实为社会的中间分子，那请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是不是更应该协助陈监委还原这个历史的真相，以免让陈监委继续留于信者恒信的误判？如果陈监委所要处理的事情或对象是在我们处转会主责范围的大时间范围以内，也许我们可以表示关切，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以外，我想大概就不是处转会了，因为处转会时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个被提名人，我想委员会是不是有义务要让他尽速和社会和解，以免造成更多的偏颇？你的看法呢？目标应该是这样，目标这样哦，但是我认为他其实那种操作那种做法，包括司法界哦，很多人对他是有意见的，因为你做过监委，所以说我今天要就教你这些问题是跟你相关，那我要请教你的一些看法跟见解。林委，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来做说明答复？好，你讲。我担任过立委，我担任过监委，我知道啊。我在做立法委员的时候，因为立法委员的之前呢，坦白讲是无限大，对，
所以我在立法院的就当立法院的时候，我可以推动自行运动。但是当我担任监察委员以后啊，我只能够在既有的宪政体制框架下来行事。所以有人在问我说，立委跟监委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说差别就在这里。那现在如果我现在进入行政院体系里面工作的话，我看这个要求啊，恐怕更会更严。所以这一点呢，请林委你了解一下，你也当过市长的。好，那我再请教哈，那个被提名人哈，促转会监督联盟向行政院哦，这个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九名被提名人提问，因为被提名人都无法按照期限来回复，哦，那延期到今天才要公布答复。那请问为何所有被提名的委员都没有办法在期限内来回复？是认为没有必要回复，还是认为公民社会监督没有必要？你有什么看法？第一点，我们首先对公民监督联盟对这个他们长期关注这个议题啊，要表达质疑。那么有关他们跟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要表达谢意，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表达说，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无法在期限内的回应，要请他们了解。第三点，我们成员呢，大部分呢都已经陆陆续续啊做了回应。不过，基于对立法院的尊重，对国会的尊重，像有关黄树铭案的一个严谨态度、完整态度，我是在今天这个备询席上发表以后，我才正式传给他们，就是基于对立法院的尊重。那个被提名人哦，因为联盟表示说，促转会这个委员啊，提名时程刚刚你所讲的太过仓促，那回避公民社会啊参与的监督。那请问你认为促转会这个是不是打算以国会多数快快的通过审查？那对于可能面临被监督联盟这个谴责的结果，你怎么去看？林委，我想请你了解一下哦，这个接触促转会的成员，有些就是来自于监督联盟的一些团体的成员，他们也都有。但是他们要的资料，他们认为说，其实刚刚我特别提过嘛，他们认为说，为什么迟迟都没有办法给答复，所以说他们才造成他们认为有真的很匆忙的，是真的很匆忙。我看他们都用最虔诚的态度在回应他们的问题，他们比我更虔诚在回应这些问题。因为那个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解释说，促转会还是有按照时程来进行，也有考虑到立法院审议的相关时程。那促转会到了立法院这个院会来审核以后，也会有提问跟询答，才会进行投票，一切都合乎规定。那请问促转委员审查真的有急迫到怕被公民团体来监督这样的地步吗？我们都已经答复了，大概都答复了，我所知道大概都答复了。因为徐国勇发言人的这种讲法，难道不是坐实外界让促转会成员速审的这种疑虑？我一直认为应该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已经答复了，大概所有的委员大概都答复了。因为大概是最后一个，因为我要基于对国会的尊重，我那两个态度一定先要在立法院正式表达，以后我再传给他们。那个基本态度，那个被提名人黄文雄这个这个主任委员那你认为促转委员执行职务需不需要客观公平？一定要的哦，因为这个委员们的这些政党色彩政治倾向，是不是会左右这个认知推动事项的公平性？你认为呢？促转会成员的政党倾向大概色彩已经最淡了。我想今后我们在工作过程上林委，请你可以检验我以前工作记录。我了解哦，我们一定会朝着你所希望的客观中性的这个态度努力，面对真相，然后厘清责任，伸张公义，追求和解。对，我是希望说要促进社会和解哦，不是说用那种好像有政党色彩的偏向哦来做操作。我认为如果这个推动事项具有这个偏颇的这个政治倾向那
你认为未来有办法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解吗？这个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们知道不是很顺畅的，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将秉着一步一脚印的心情，根据我们所发政治档案里面发掘的真相，然后啊，以有节奏感，参考国际经验，然后要体认到我们国内的状况，一步一脚印，希望朝着。那么我刚才讲过，发掘真相，面对真相，厘清责任，伸张公义，那么消除冲突，追求和解，这样一个目标。我是希望说，一定要客观公平，哦，而且不要有那种尖锐性格，哦。那你今天要是说让帮人家调解的话，哦，处理的话，我讲公亲必公亲必属住啊，你就自己并融入进去。那我认为说，那你这个处转委员，哦，等于是你就是有那种政治倾向，有偏颇来处理这个事情，这是问题很大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请你做检验，哦，那个当场的调查大概没有人花的时间比我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当场的资料，啊，每一份都是由地震事务所第一手资料提出来的，所以最后啊，坦白讲，连国民党当局啊，国民党包括当时的负责人，啊，都不能不面对这个根据第一手资料所呈现的一个事实跟结果。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我希望啊，今后也秉着这种，对，我是希望说，哦，这个我们要厘清，而且要真的是把事实呈现，啊，不要说用那种尖锐的性格，哦，莫须有的，然后去戴帽子去框，哦，而且这个我们不希望说，因为你本来要促进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和解，但是因为，哦，那种尖锐的性格又介入进去，然后又去挑起来，我认为这个不是社会之福，也不是国家之福。我会谨记你的提醒，哦，好不好？谢谢，谢谢林委员。我们请黄文雄先生请回。接下来请林长卓委员。林长卓委员质询之后休息十分钟。主席，我们请黄文雄被提名人。好，请黄文雄先生。黄先生你好，其实黄先生你包括你过去对这个台籍老兵哈，还有对白色恐怖的这案件哈，有出足侪力，啊嘛有足侪参与。其实甲足侪嘛同款的参与哈，关心台籍老兵甲这个白色恐怖的朋友内底哦，你拢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前辈，包括我个人嘛是安尼认为啦哈。但是即马这个足专会这个。这个主任委员哦，其实伊爱这个关心的一寡部分哦，可能都无甲过去你做的工作完全共款。所以讲，我一直伫思考这个代志，尤其吼，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大家伫争论的当然有足侪代志啦吼。啊，我上关心的其实就是讲，包括执政党吼伫捍卫讲，找你来做主委的时阵，一直伫强调讲，为着要促成和解，你是上适合的人选啦，吼，等等，还佫转型正义是为着对话，毋是对抗啦，等等，即个，拢是伫强调即个和解的即个重要性。啊，我今日看你的报告的时阵吼，有一段我其实嘛感觉讲吼，你规个重点嘛是伫和解啦，吼，啊，内底嘛有一个部分，譬如讲伫讲即个威权象征的这个部分的时阵，你讲到讲，那是因为去除威权象征，加深台湾社会的对立，这是出转会的失败啦吼。所以讲，我也看到，我其实个人是足烦恼讲吼，你若把规个即马出转会转型正义的这个工课吼，放伫咧和解顶端吼，我感觉这个会失焦。和解是足重要，无唔对。和解嘛有一个足需要一个足周全的这个基础，咱才有法度和解。咱若直接吼，就喊入去头拄啊，即个林德福委员伊伫讲诶，伊讲吼，美术公是两边在吵架，你做公亲安尼吼，这完全都毋是转型正义诶意思嘛。受害者甲被害者，受害者甲加害者，毋是讲受害者甲加害者伫冤家呢，啊，咱去甲调解讲好啊，卖错啊，卖差啊吼，两边都有错，各退一步，毋是即个意思啊。咧和解，
没有那么容易的。我相信讲黄黄雄前辈吼，你过去调查这白色恐怖这的案件，你拢了解这受害者，伊要原谅吼，是爱用偌济心力，咱爱甲找偌济真相啊，包括这的加害者，咱要怎么样让加害者他可以承担责任，承认这的真相啊？受害者嘛，毋是因为安尼，伊就有法度原谅啊，对不？伊定定毋是讲甲赔钱，吼、哦、啊！伊的名誉的回复，伊就讲好啊，我即马好改啊，我拢原谅。这个要付出很多的社会的代价，绝对毋是像头拄啊林德福委员伊讲迄种，然后你做公亲啊，大家啊，那你不要挑起真相，有的时阵都是会挑起啊。大家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你以前怎么样欺负人，就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呢、啊？这个不能为了和解。咱讲吼，这真相咱甲暗藏一寡，吼，大家都较卖冤家。我唔盲讲吼，这是我上烦恼的部分啦。啊，嘛是因为看到讲你的报告，看到讲过去执政党伫捍卫你这个人事权的时阵吼，一直强调和解的时阵吼，我足烦恼讲想尾啊吼，我们真相也调查的不完全，就责也不完全啦。啊，一直去拜托去强压强迫这的受害者讲，你都爱原谅。这是过去咱专行正义上失败的所在，就是说叫这些人被害的人，伊的亲戚去哄抬哄抓哄关，这的人叫因原谅，这个展望未来，我感觉安尼是足无公平的，所以讲底下是不是让请黄先生你来诠释一下？哦，多谢林委员哦。首先我想，因为你讲起到迄个台籍老兵哦，我想到徐昭荣。他是台籍来宾的，坦白讲，没有他，大概就台籍来宾没有今天的发展。他每一次到台北来都会找我，每年都跟我拜年。那我最怕他跟我拜年，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他自焚以前呢，还跟我写信，还跟我打电话。不过当时我在美国，所以后来我感到很沉重，很沉重。到现在为止哦，很多头衔对我不重要，但台籍来宾给我的第一号。顾问证书我一直还保留着，这个代表我跟他们两三年之间呢，我陪他们走，争取各种前一种感情。这个地点，因为你提起来了，我们借这个机会怀念许昭荣老兵哦。第二点哦，我想我对促转会提示六股字：真相、公益、和解。这六个字有三个节奏，第一个是挖掘真相。然后是面对真相，面对真相以后，第一个要厘清责任，再伸张公义。我们目的啊，是要消除或者降低冲突，追求和解。所以这个过程上，你所担心的，林委员所担心的，我记得有一次蔡总统特别提起，不是就从真相就直接跳到和解，它有一个厘清责任的过程。现在根据我所知道的，目前有关。台湾有关促转型正义这个工作组，主要的那个用心比较多的那些工作组，大概都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将近一万个被害者却找不到加害者？我想这个问题会是我们促转会啊共同的问题，我们会严肃来对待这个问题，而且一定会谨记林委员刚才所提醒我们的，我们不会直接跳过去的。中间有一个厘清责任的过程，但是同时要加强社会对话，才能够产生公民的信任，这样才有机会走向和解。我想黄被提名人我相信讲你头多少讲的这意思，应该是你自己也希望是这样。但是我嘛唔盲讲，咱过来的时阵，过来咱这个促转会伫这个推上，包括真相啊、就责这一部分的时阵吼，花更多的心力，何解应该是这的工作拢。已经拢很周全的了后，我们来努力达成的。但是这的工作，你还未把这的工作头前应该要先做的工作，都已经先做好的时阵呢，一直讲好解，其实反而可能会增加对立哦。我相信黄庭明人，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找到真相，就快找到的时候，一直叫我们和解的人，他怕的是什么？而如果我们还跟他唱和，我们怎么会有真相？我相信黄先生，你知影我的意思。所以讲，咱伫调查真相，咱伫就责，咱伫保护这个被害者的过程中啊，有一挂人叫咱和解，而且讲一直用和解这个大帽子来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敢那是亲像讲咱
经常袂当提出来，跟他请求讲，我们不要找的太细，跟他请求讲，我们不要就责，那我们最后就没有转型正义。这个是我要提醒，今嘛讲何解吼，拢收渣讲，收渣吼，咱所有的人压力。所以讲我最后要引用，其实嘛是咱今嘛提这个被提名人这个彭仁玉伊的这个在回复的这个文章里面啊，拿来跟我们这个黄被提名人分享了哈，以供关于和解的问题，他认为处长会的出发点不应该限缩在和解 vs 不和解的二元对立预设上，这不仅严重妨碍真相调查程序，也贬义了公民在历史真相调查报告出炉后辨别责任归属、讨论事切就责方式的道德判断力。所以讲这个部分，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勉之啊，应该是要以这样子的原则来去进行啦。好，好，好。谢谢，非常谢谢。我想彭委员这个意见呢、啊，在我们内部讨论上一定会受到啊，会受到大多数的支持。好、哦，谢谢。好，谢谢林委员。黄雄先生也请回啊。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好，继续开会，各位请尽速就坐。被提名人都到了吗？到了哈。好，我们接下来请林维洲委员。主席，请被提名主任委员啊，黄光雄先生。好，委员你好。你好。首先哈，我这个早上我们也都一直听几位委员哈，关于这个询答的这个部分哈。我倒是要为这个黄先生讲几句话了，就是你啦。好，谢谢。这个被质疑在监察委员的时候行使弹劾权，然后被逼问。你到底是投什么样的票？请问一下哦，监察委员弹劾的时候投票是秘密投票还是记名投票？不记名投票。不记名投票就是秘密投票。对。秘密投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不能对外公开啊。对，不能对外公开。如果对外公开，反而是违反规定。应该是处罚。甚至是违反法律的。是啊。就像我们平常公职人员选举的时候，我们是也是秘密投票，任何人不能要求任何一个选民说：“哎，你是投给谁？”他也不可以自己在那边招摇说他投给谁，都是触犯相关规定的，甚至法律，是不是这样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好，所以。到底我们现在是立法委员，要你违法是不是？不过我们这个制度设计目前是这样啦，好，就是秘密投票啦。我们也可以把法律改成记名投票，就像我们立法院行使同意权，也可以改啊，法律改也可以改成记名投票，我们就改过啊。像我们现在选议长。各级民意机关包括立法院原来都是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改了，我们这一届的立法委员把它改成记名投票，这个有不同的意义啦。好，那我讲一下嘛，就是记名投票有记名投票的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负责嘛。尤其是像立法委员他是政党啊，高度政治性的，代表政党选上立法委员，你要为这个政党的态度负责。所以你选议长的时候，当时我们在讨论说要不要秘密投票，还是要记名投票。到最后大家决议，我们国民党也同意说，基于政党政治，你要为你的政党哈所支持的人背书，所以每个人都记名投票。OK， 记名投票的意义在此。秘密投票呢？以监察院来讲，监察院的职权不是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机关吗？是啊。还是一个高度政治性代表的机关啊？我们到底是要监察委员做什么样的工作？是要高度代表负责为这个政党负责？政党的态度负责，还是要他们越独立行使他们的职权越好？根据正式条文的规定呢，监察委员是依据法律超越党派独立行使，要超越党派嘛，独立行使职权。所以当他在行使职权，包括他在投票的时候，越不受外力干预，不受政治干预，不受政党干预，越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形越好嘛。是这样，不是这样吗？是这样。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啦。你要坚持法律的规定，坚持当时你担任监察委员，就监察委员独立行使职权，超越党派，超越
政治干预这样子的法律规定，你要坚持啊。我是坚持了，好，我这个声明里面表达这样了。好，另外从这个问题在衍生，我也听到针对马英九总统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好，可能他担任了所谓的政治工作，那现在转型正义是不是也要处理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再联想起来了哈，如果他将来也被当作转型正义要去处理的对象，那将来哈恐怕会衍生出什么状况呢？就是说，马英九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投给马英九？我们到时候要来逼问这些人，说：“哎，他现在被当作转型正义的对象，你当时是不是支持马英九？你当时投票那个两次总统选举，你们这些选民有没有投给马英九？这个不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吗？这个会不会超过了？这个到底是要促进社会和谐？”还是我们要制造更多的对立啊 ？OK， 这个议题我就讲到这里为止哈、哦。接下来我想要请问哈、哦，所有的各位委员哈、哦，针对促转条例成立的这个促转委员会，将来他们有一些工作，包括四大项工作，其中有一项叫做清除威权象征这一部分。那最近大家也在讨论，说我们的国币。新台币上面有蒋中正、蒋介石的头像，这算不算威权象征啊？我再请问一下，大家投票一下，你们支持不支持、赞成不赞成把这个头像更换掉？赞成的请举手。那个委员，我们没办法单纯 S O No 去解决。OK。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做出。那这样子叫小学生来做就好了。所以。不是 S O No 的问题，这很复杂。好，等一下，我可以给你说明嘛，哈。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已经有执政党的委员提出这样的建议啦。好，这个不是我讲的，而是执政党的委员提出来的。是，我当然问你问题，你的答复我听到了。你没有办法做出答复嘛？好，就是说，没有办法用 S O No。对对对，我了解，我了解。我是促转会，未来可能是副主委。好 ，OK， 我希望你们用这样的态度，更审慎的去处理四大宣誓的四大工作。你刚刚讲的那个秘密投票，今天他是副主任委员。这个部分，他的职权，监察院规定就是监察院的监察法里面规定就是秘密投票。你现在要他公布他投票的内容，你不是叫他违法吗？监察法已经改了吗？有改成说要记名投票了吗？我法律人，我职业34年，我不同意你的建议。那你赶快提出修法嘛，法律人。回州。你是不是要请他做托？好，没有，我要把这个论述完。好，那有执政党的委员，好，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谈了啊、哦。执政党委员提出来说，要基于促转条例，将来要清除威权象征，像这个头像都应该改掉，你知道吗？要花大概500亿，要把这个威权象征去除掉。那我就在回想哦，我就看到这个一份资料啊，就关于戒严时期人民被没收财产统计分析报告，这个是103年国防部所做的统计报告，针对促转条例第六条相关的规定，要恢复这个名誉，撤销威权时代对人民不义。审判所做的主刑从刑的撤销，那主刑从刑的撤销呢，包括什么呢？
当时他如果说被没收财产，那也要予以恢复了。这些 也做了一个统计，当时因为这些不义的判决被剥夺的财产计算出来啊，大概也在跟要改这些威权象征呢、啊、差不多的钱呢、啊、大概要400到500亿。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有很多人问了我们的主任委员，未来的主任委员还有副主任委员，你们的回答说大概很难呐、啊，大概没办法了。我想你们有回答过，我的意思要来对比啊。处长条例、处长委员会将来要做的事情，针对这样这么明确的事情，恢复人民的财产，它是因为不义的判决被剥夺的财产，执政党的态度。说这个很难做，可能做不到，但是对于要清除威权象征，也同样要花500亿。执政党的委员已经在提议，说我们先来做这个，到底要先要哪做哪一个？就说我的意思，我要凸显这个的意义，就是说处长委员会哦，要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多，而且要做到什么程度？是要高度的审慎，我们国家的资源要如何的用，然后才可以真正达到我们的四大目标，让真相大白，然后保留不义遗址，清除威权象征，要促进族群的和解，让国家继续往前进，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才是将来处长委员会，我们希望，我是只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要怎么细腻的去做，才真正可以达成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接下来我们就请段宜康段委员询问。主席、各位同仁，我请被提名人尤伯祥律师。请尤伯祥尤律师。尤律师您好。我不晓得您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最近，我们同时也在审查这个检察总长的被提名人。那么，我对于被提名人这个江检察长啊提出要求，那么希望他为过去威权时代检察系统作为威权时代的统治者的工具这一点。向社会道歉，但是他并没有接受我的要求。我在这边并没有要求你要表示赞成或不赞成了啊。那么我看了你的资料，容我引述，你在这个资料里面说你要担任，你如果担任处转委员会的委员，你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或者你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在长达30余年的白色恐怖统治岁月里，更多的是依赖意识形态灌输，以及借由穿上法治伪装的加害体制来控制台湾社会，以体制化官僚化的方式迫害人权。这个制度化官僚化的加害机制是由不公正的法律以及高度党化、绝对听令于党国的情治军法及司法系统所组成。上述制度化官僚化的加害体制，经由滥权逮捕、非法拘禁、刑求及不公正审判的一贯作业完成，其过程披上了司法的外衣。长期执行镇压任务的结果，
司法竟形成敌视被告与人民，甚且有罪推定漠视国家暴力的组织文化，又因转型正义的缺席，司法始终不曾直接面对自己在威权岁月担任打手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司法系统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往，进而才能够真诚检讨现存之组织文化，放下权力的傲慢。其实这个题目啊，不是从我们讨论在台湾的转型正义这个议题，不是从今天开始，早就面对讨论。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纽伦堡审判，我们就看到纳粹德国的战犯告诉法官说：“我是听命行事。”我们看到东德柏林围墙推倒之后，东德的柏林围墙的卫兵告诉法官说：“我是听命行事。”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答案。我们面对过去这些听命行事的执法人员，法官告诉他们说，除了法律之外，你如果不听命行事，可能你会受到惩罚。但是除了法律之外，人还有良知，所以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公分，你可以在听命行事的时候，你还要有自己良知的判断。但是我们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假如这个听命行事的人，他们经过长期的灌输，他们被训练成他们认为自己所执行的是符合他的良知的期待跟要求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期待他是有良知的，可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不觉得我自己做的是不对的，因为我从小经过那数十年的教育过程，当我去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是正义的事情。当我把枪口对着那个人的时候，当我用那样的手段逮捕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是为了我这个国家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把尺要怎么摆？也就是说，我们当这一个执法的人，他应该要有自己的良知，而他没有遵守自己的良知的时候，这个责任是他的。但是如果他变成被训练成一个机器，他训练成一个工具，他真诚的相信他今天执行这个任务，他是照着他的良知而为的时候，那他同时也是一个被害者，那责任是谁？责任当然是训练他的人。其实我在面对各位被提名人的时候啊，我是非常的尊敬。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告诉这个行政院跟总统府说，我不知道你们会找得到人啊，因为处转委员会的委员有固定的任期，要经过立法院行使同意权，要像各位现在这样要回答问卷，要被质询。但是比起包括 NCC 的委员，比起包括行政院公平会的委员，各位其实手上并没有享有任何的资源，没有从担任这个职务得到任何的好处，完全是承担责任跟不断的要面对这个尺要摆在哪边的煎熬。刚才林维洲委员的质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这个社会其实已经习惯了，我们面对要不要去去除不义象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考虑的是什么？是我是不是因为这样我的地址要改变，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我是不是会有不方便，我们会用价格
去衡量正义。转型正义从来不会是廉价的，转型正义从来不会是愉快的，转型正义从来不会是简单的。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是一个大规模的重新的共同的讨论，共同的教育，共同的凝聚共识，共同的重新面对。包括这几十年我们没有，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晚才来谈转型正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共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没有真诚的去面对。当我们去看到每一个个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哇，太可怜了，做这件事情的人太可恶了。但是当我们要付出不方便的代价的时候，当我们需要去付出500亿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用得好好的啊，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台湾社会最大的悲哀。现在要怎么样去重新让社会共同面对过去我们曾经共同纵容的，我们共同容许。当我们不去追究这个执法应该要负责的执法人员，我们就应该要去追究那个训练这些教育这些执法人员那个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选择是我们两者都不做。我们所做的选择是我们把话讲完就算了，我们所做的选择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往前看。我不晓得，当我们不真诚的面对过去，我们不真诚的面对，当我们面对过去的时候，所在未来所要付出的巨大的代价，我们怎么有办法往前看？这个巨大的代价，是因为我们过去数十年，我们纵容，或者我们沉默，或者我们不够勇敢，或者我们不愿意去付出那个代价，所不断累积下来，我们在未来需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如果我们今天还继续用价格来衡量正义，那我们就是继续过去那个让我们堕落，让我们变成刽子手统治者的共犯的那个同样的那个价值，又不断的轮回。不好意思，都是我在讲，但是我要说的是，请您上来，我看到你写的这一段，我非常的高兴，所以作为一个法律人，你愿意去面对这整个司法系统应该要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希望被提名人未来进入处转委员会，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任务，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任务，这是一个需要凝聚、需要跟社会充分对话的一个工作，很困难，绝对不简单，会遇到各种的挑战，会遇到这个社会长久以来已经习惯的廉价的那一种叫做宽恕，那一种叫做往前看不要回头看的，几乎已经是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要去挑战这个价值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我们愿意跟各位一起努力，站在第一线的是各位，如果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会支持。但是各位未来也会面对在立法院各个不同的政党，包括在立法院内外各个不同的政党跟社会的监督，这些监督、这些拉扯，对各位来说才会是最大的考验。在这边再一次提出我的期待，也再一次的祝福各位，也非常的再一次表达敬佩各位愿意接下
这一个沉重的担子。谢谢。我想谢谢委员的指教。那我也必须要讲说，我赞同委员的见解，正义的确是无价的。那转型正义它最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司法领域里面的转型正义，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说，它可以告诉我们所有的司法人员、执法者，依法审判或者是依法行政，绝对不是摆脱个人道德责任的借口。虽然身在公门，但是永远有选择。如果你选择拥抱恶法，那是你的选择，但是你也必须要为这样的一个选择背起责任。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请高金素梅委员会。谢谢。在我邀请黄主委上来之前呢，我想跟在场的大家说几句话，就是各提名人，你们这里有年纪最年长的74岁，最年轻的39岁，这当中平均年龄大概是50几岁。我想尤其是黄雄前辈，您的年纪还愿意承接这样沉重而且富有历史价值意义的工作，实在是不容易。那么在场的各位，你们也都是无党籍，只有两位，一位是民进党，一位是社民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里绝大多数是无党，就是希望可以中立，本着你们的良知，本着你们的智慧，本着你们对你们自己法律或者知识分子的风骨的这样风范来担任这样的角色，应该可以排除现在的政党恶斗的模式。所以你们在这边赋予的是台湾未来能不能和解，台湾未来历史真相只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党想要攫取的部分，还是你们认为台湾的历史就应该还原真相，而不仅仅只是攫取一部分执政党想要的，或者是蓝色的国民党不愿意去谈论的。所以我想在这边给你们期勉，也给你们期许，希望你们未来能够本着这样子知识分子以及专业的风骨在你们的位置上。现在呢，我要请主委提名人黄雄先生。好，请黄雄先生。谢谢。黄雄前辈，您是本席所尊敬的党外的前辈，今天容许本席在这边提三个问题要请教黄先生。我期待黄先生你能够解本席之惑。另外呢，本席邀请委员提名人高天慧女士，今天请你上来，原因是高天慧女士，谢谢。原因是你是我们原住民族族人的同胞，我希望您在这里也能见证本席跟黄雄先生的对话。而我们看你的简历，还有整个你除了对教育妇女了解之外，其实你比较长的时间是在这个教会体系做事，所以呢，有一些原住民族的历史，我不晓得您有没有深入。如果没有深入的话，期待这个高天慧女士，你能够赶快自己学习，好吗？谢谢。好，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促转条例在立法院审查的过程，其实一直有非常大的争议。本席当时始终坚持日据时期的威权统治政权的不法行为跟结果应该要纳入促转条例的范围。那么我相信，我也明白黄先生您对台湾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应该也清楚原住民族土地是如何被日本军警武力掠夺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执政党的多数暴力之下，原住民在日据时期所遭受到的不公不义的对待被排除了在今天这个法律之外。本席只能说政党轮替，政权转型，但是不正义仍然在持续当中。我想虽然如此，促转条例的第三条第一款，
威权统治时期的日期指的是从中华民国的34年八月十五号起，一直到81年的11月6号止这个时期。本席想要提醒黄先生，民国34年八月十五号起到10月25号止，这个时间是2个月又10天。台湾其实仍在日本殖民政权的有效威权统治当中。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国民政府才从日本殖民政权的手上接收了台湾。所以，就威权统治时期的时间定义，促转条例包括了日本殖民政权的威权统治。本席这样的解释，不晓得黄先生您同意吗？谢谢高金睡眠委员的非常，应该说很深入的一个提法。我知道8月15号日本是，那到10月25号是中华民国政府才来中断的政治，所以当中有2个月又10天，80多天的一个空窗期。是的，所以这2个月又10天。日本政权其实还是在台湾，对吧？没有错。好，那你同意我的说法是吗？你不要害怕啦，黄先生。我不是害怕，我是对您要回答一下，我是在认真想。好，那可是我没有很多时间。因为我看过相关的，这个问题应该请哦，徐雪姬委员哦，你是不是可以代劳一下？因为叶同忠先生啊。写过这样一篇文章的。好了，黄先生，没关系。你的意思是说，你对这个日期是不专业？好，所以在这边也没关系，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希望你们回去讨论哈。那么，就法的定义来说，日本天皇在民国34年的8月15号宣布投降，日本统治台湾已立即失效。我想呢，本席要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日本8月15号宣布投降，我也请在场的相关的专业的人您听听看。本席认为日本8月15号宣布的投降，8月19号，这个是有历史证明的，马上就着手印制了1亿元的台湾银行券纸钞。这个黄先生您知道吧？我不清楚。好，我就告诉您，千元券跟百元券，并且在9月9号用飞机运到台湾，发给谁？发给日籍的军警还有公务员，来收购粮食物资运回日本。当时在台湾的货币发行量也只有2.38亿台湾的银行券，结果这个时候呢，日本加印了1亿台湾银行券来收购粮食物资，而造成了台湾的物价飞涨，也成为了爆发228事件的重要的经济因素。日本殖民政权他用武力来掠夺台湾的资源，结果宣布投降之后，趁接收前他又以白纸印钞票的来掠夺台湾的物资。不管是武力掠夺或者是白纸印钞票掠夺，都没有因为日皇宣布投降而失去了有效的威权统治。我在这儿给你们上一个历史课，这是有凭有据的。好，我想呢，再请黄先生再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民国54年的5月8号，国防部发布了戒严时期台湾省区的3地管制办法，管制区域是30个原住民的3地乡。同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了3地管制，内政部警政署并且执行了3地清查。22年又2个月过后，民国76年的7月15号才废止了3地的管制办法。但一直到半世纪之后的民国102年12月30号，警政署才废止了3地清查的法规。为什么要3地管制呢？因为怕匪谍
到原住民山上去，所以管制进入山地乡的所有道路。为什么要山地清查呢？因为怕中共的这个空飘气球宣传品掉到山区，所以要不定期的派军警冲到原住民的家里面翻箱倒柜清查有没有捡到这些中共的宣传品。山地管制让原住民山地乡的发展落后了整整22年，而那个时候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山地清查让原住民的同胞的人权被剥夺了半个世纪。本席要请教黄先生，山地管制跟山地清查是不是应该要纳入促转会真相调查的范围？真相调查的报告是不是能够还原这段被压迫的历史？我承诺会把这个当作课题来。谢谢。第三个问题，1895年日本据台，为了要夺取山林资源和土地，四处调派军警部队攻打原住民的部落。据台期间总共发动了138次的剿藩战役，在非常多的战斗激烈的战场，日本总督府在事后建置了忠魂碑，纪念因为攻打原住民部落而战死的日本军警。黄先生，你要听清楚，他们建置的是忠魂碑。如果为了要夺取山林资源跟土地而血洗原住民部落的日本军警是忠魂，那么捍卫原住民土地而战死的我们的原住族人不就成为奸匪了吗？这种纪念碑在台湾还有几十处，本席要请教黄先生，这些忠魂碑、纪念碑是否为不义遗址？是否应该要还原历史真相，教育大众？是应该还原历史真相。好，谢谢。我想呢，本席今天的三个问题目的只在于还原历史真相，原住民族在历史上是怎么样被对待的，至今仍被政治正确化。本席对黄先生您能够主持促转会的期许，我仅仅只在还原历史真相，至于是否能够促进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在当前我们的政府亲日的政治结构下，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所以希望黄先生还有我们旁边的这位族人高女士以及在场的专业的未来要承揽这么重的工作的专业人士，请你们好好的反思跟审视一下，台湾要真正的和解不是只有限定那个日期，也希望追查到前面日据时代。谢谢。好，谢谢高委员。我稍微补充一下，我40年前写《蒋渭水传》的时候，当时整个心情就是两句话，一个就是还原历史真相，一个就是还给祖先公道。我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啊，这个40年前所做的工作跟现在的促转委员会、有那么巧妙的连结，我会用这种心情来认真对待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很好，谢谢。当时日军用细菌战攻打莫纳鲁道部落，就是蒋渭水先生把这个讯息送到了国际上，谴责了日本殖民政权的无道、毫无人道的历史真相。是他18岁的长子把这个电报发出去的。谢谢。好，谢谢高金委员，两位请回。那么我们在请下一位委员之前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我本来跟大家说今天可以到稍微比较晚，但是因为这个院方不断的要求啊，说这个我们的立法院的大门已经被攻破了哈，所以呢这个希望我们不要会议时间不要延长哈。那为了各位的安全啊，所以我们征求这个大家的同意哦，我们现场李彦秀委员、黄国昌委员质询之后，我们就再一位，也就是我们再3位委员质询。好，那么我们到明天上午继续未完的部分，那么这个会再开放第二轮的这个质询。那么第二轮的质询呢，我们请明天各位，因为我们就没有再做登记了啊，请明天各位不用去现场做登记。我们第一轮质询完之后，请各位要做第二轮质询的到现场，我们照这个各位今天签到的顺序，然后到场我们会一唱名，请各位上台这个做第二轮的质询，好不好？要登记吗？不用不用，现场明天你来，就譬如说您来，因为看哪一个今天签到的顺序，好，譬如说这个李彦秀跟这个黄国昌啊、哦，
那有可能我不知道哪一位先啊，那如果你们两位都表示要第二轮，那就是由先签到的，今天签到，今天下午签到那位上台质询，那是做第二轮，就不要再各位就不用再赶来这个做签到了，好不好？好。哦，出席跟列席不一样。那我们到场顺序，我们有到场的。哦，好，那就请明天各位九点钟到场的顺序了，依序就是你们哪一位先到场，我就请哪一位先做第二轮的这个质询，好不好？今天不用再登记嘛，就明天来。对对对，明天来就好，不要再登记了，不要再登记了。好。如果晚到的话，顺序可以调整吗？可以，你可以跟，但是你要在现场了，好不好？你要在场了。对，你要在场，我现场会处理了。好，好，我们接下来请李彦秀委员。谢谢主席。是不是邀请黄黄雄主委被提名人？好，请黄黄雄先生。黄先生你好，我关注到您对于促进转型正义的职务跟在自我的期许里面，你特别提到国际转型正义中心认为各国其实在处理和解决促转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公民信任的建立。这个公民信任的建立呢，在于就是要超越这个个别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恩怨，所以我们公民如何去建立一个基本的信赖，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我非常认同黄先生您的说法，但是你觉得身为未来促转委员会的主委，如何去建立公民信任，怎么做呢？这个是很困难的工程，但困难的工程要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不分朝野党派大家认同这件事要做，但是怎么样做能够成功？首先一定要找到真相，然后面对真相，然后呢，我看整个过程就是厘清责任，然后伸张公义，然后消除冲突或者消除对立，追求和解，这个大概是我整个构思的节奏。其实黄先生，其实你也非常清楚，现在台湾社会因为历史的因素、族群的因素、世代的对立，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国家国族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认同，有一定的差异性。那要做这件事情，确实非常不容易。包括连您自己在媒体上看到，您有可能是被提名主委。但是外界就有很多人批评你啊，包括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说你消费蒋渭水，利用台湾史出卖尊严换取个人官位。那包括有委员也问你，也提出说未来这个贫富司法不法的法定责任，这个如何对您有更好的期待？包括台大教授会长林秀信也说，蔡英文每次做事就是不想引起争议和反弹，价值模糊不清是低估了转型正义的难度。就在你还没就任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些问题在。那我们如何期待未来具有公民信任的报告，可以达到你要的目标？这真的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挑战。我们只能够尽力而为，然后我们会认真的。针对已开放的跟未来可能开放的政治档案来发现更多的真相，在这个基础下，所以包括刚高金委员也说他要求的不多，但是至少历史的真相还原能够让台湾的整个中华民国台湾历史的随着历史的脉络真的 去做很多的还原，大家可以平心静气的去看待 那些事情跟问题。好，黄先生你请回，接下来我想先请张青天副主委被提名人。好，请副张天青先生。李委员好。张先，这个在我们促转条例第六条，当时我们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我特别跟柯总召也做了很多的讨论，其中有提到说第六条其实是重中之重，就是要针对于被害者司法的平复补偿跟
赔偿这个部分，你认同吗？法条条文是这样写，那你但是这里面跟您报告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单纯。是，我也关注到你在媒体上也回答说这件事情很难。他没有把我的全部的意志都通通讲出来，但是我要跟您报告，因为我刚好228基金会以及白色恐怖基金会我都担任过董事，所以我要跟您报告的是，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在第三项的第一款里面，228事件以及戒严时期的所谓白色恐怖的这个补偿条例里面所补偿的条文，白纸黑字写，不但对于他的受刑或被枪决以及他的财产的部分都已经在那里面已经有补偿，所以这个条文到底他所揭露出来的是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部分在立法的意志上，我也立法理由我也找过，我也没找到答案，所以我说这是第一个很难的地方。第二个很难的地方，没关系，副主委，因为我今天只有八分钟时，我还有很多人要答询哦。我想先请教，就是说很难，但是到底要不要做，做不做得到，因为条文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我相信很多受害者他期待的就是司法的平复，那更多人期待的是后续的补偿跟赔偿。那有没有估算过，就是说如果全部要赔偿的话，那大概到底要花多少钱，是我们国家裁员所能够接受的程度跟范围，那怎么去做光是土地也好，土地包括很多的土地现在被没收的，当时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有一些是地方政府的土地，有一些是行政机关代管那有一些是被没收之后由家属再买回来其实各种样态都有，有一些其实已经增值了非常多那这些增值的是要按照当时的价格还是现在的价格，非常的复杂，我想这也都是包含在你所说的很难的范围里面吗？很难解决，我必须说这个问题也很难，因为你那很难要不要做呢？那当然要做，怎么做？所以我要跟您报告的地方是第三项的就是第六条的第三项里面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其实在228条例跟戒严时期的这所谓白色恐怖的这个条例里面，基本上来说他对于财产的部分已经在他的受赔偿或补偿的那一刹那已经涵盖了，所以这个条文到底有没有又开另外一个门，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第二个可以讨论的地方是第三项的第二款，这个第二款的部分是不是也受第一款的框架所框住，那如果框住的话，那也就是有一定的额度，那这样子第六条的第二项可能就失去它的意义在。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几个法条是有一些矛盾跟冲突的，对，那就等于是它有一些限制。大院来修法，或者我们另外再提一套法案。好，那当然这个事情其实很难，要怎么做，如何做？我们国家裁员能够承受的上限，那要用多少的时间可以做得完？因为很多受害者他都在等待但我当然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有机会去做更好的处理。好，张先生你请回。接下来您对不起，您先留步。我可不可以请所有的，包括主委以及所有的被提名人，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一起提问好吗？好，那我们请所有被提名人一起上来，好不好？谢谢主席那我就先边把我的问题提问，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各位提名人，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国币上蒋中正总统的图案是不是属于威权象征，大家认同的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好，谢谢。那大家觉得需不需要更换国币，根据促转条例，你们大家觉得需不需要更换国币，需要的请举手。李委，您刚没在场，我刚刚打呼林为周路员的时候，我有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没关系，我对不起，我不是只有问您，我只要简答题。大家认为需不需要更换国币？这个问题不能用二分法来一下子这样来答复，因为这个它是个工程，需要如果要做的话，
它也是个杰作的。那你们大家觉得这个工程需不需要做？不管是用什么样，用花多少时间来做，大家觉得需不需要更换国币？它或许不是立即的，但是我只问大家认不认为需要更换国币？需要。好，来。OK。需要点头，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需要点头。那大家都认为需要更换国币，对不起主席，因为刚刚大家走路走得比较慢，再给我最后三十秒。请问各位是认为说以中正为校名的学校是不是算威权象征？每一个人都点头。这个太患难了。举手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对不起，我眼睛没有那么快。学校中正算是威权象征。好，那大家也认为我们中正的校名需要做更改，是不是？也举手让我知道。李委员因为没关系，我不只问您，稍微大家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就好。我们对一些答复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我们感觉不妥了，我们会用我们的具体行动 来做回应跟做答复。这些不，张先张主委，我认为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的地方。也不是，大家那个态度已经表示了嘛，大家态度都已经表示了。我每一个问题都不一样，我每一个问题都不太一样。它有连带性的，没关系。我每一个问题，我建议这样好不好？因为我刚才已经宣告说，各位如果还要第二轮继续发问的话，那么明天欢迎过来。但是我也建议啊，就是不要，因为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好，那也建议不要用。这个一个问题叫大家表态这种方式，当然这个我尊重您的发言了哈，但是是因为这些都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理解，没有所谓的对错，但是我觉得外界今天我问的问题，处转要处理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我们也知道这个工程非常不容易，但是每一个关键点大家都在观察，未来如何透过历史的还原，然后真相达到最后的和解，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社会大众所关注，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因为这些委员未来是何意志，大家都是一个对于每一个事情的态度到最后都是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出来，所以我们当然今天在答询过程当中，我们也更需要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我才知道怎么样去支持大家。好，谢谢李委，请你容许我们按照刚才你所说的那些方法，那些讲法，那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方向来处理，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所以，但是主委，你也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票，但或许你有一票，你也一定有一票。但是你不能代表其他委员发言嘛？其他委员他可能他有不同的想法嘛？这个李委员，因为刚才这个主委他已经说明了，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要这个主席这样一个一个的来就复杂的问题跟你清楚的说。主席，今天每一个委员在这边答询的问题，主席我倒不是对您不敬，每一个委员问的问题其实都是复杂的问题，处转其实就是解决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大家要来去做这么大的工程，国民党在处理这个处转条例，我们也没有阻挡，我想你非常清楚国民党的态度。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事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怎么做。因为呢，态度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构成上，这个要加强对话，让我来处理好不好？因为我刚才这个已经宣告，明天您还可以继续问。那因为你如果在这边要他们再继续这样回答，都会延误到底下要问的委员的时间。那现在的时间已经超过5:30了，好不好？我们彼此尊重，您明天欢迎您就明天过来了，好不好？好，但主委，我也希望您不要去把对于我在询问的问题有所阻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权益，是我好不好？因为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不容易，我刚问的每一个问题，如何赔偿，国家有多少金额可以赔偿，那怎么做，要分几年做，这些都是外界关切的。那如果这些问题都答不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不知道如何去投下这一票，或者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观察。好，所以我想这些问题都非常关键重要，好不好？谢谢，好，谢谢，谢谢立委，各位请回。好，我们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这个我跟各位再次宣告，黄国昌委员之后是郑天才委员，然后我们就会休息到明天，所以其他在场的各位委员，你们如果另有要务可以先离席没有关系。好，谢谢。谢谢主席，是不是麻烦有请主委被提名人黄煌雄先生，副主委被提名人张天清先生。
请黄光雄先生跟张天钦先生一起上来。黄委员好，两位被提名人好哈。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要针对陈如刚刚所讲这么复杂的问题，去进行一个完整的询答，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事先提问卷。我要再次感谢，即使行政院透过了一个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拖延了这么久，还愿意在这个时间把问卷交出来的委员，在此我真的表达我诚挚的谢意。你们展现了一个被提名人应该有的样子。有很多个别的问题，好像不太适合用把请所有的委员叫上来举手的方式来回答。那但是我也要请各位被提名人要谅解，从我们的角度上面来讲，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针对一些具体的议题，能够得到各位被提名人的清楚的答案，作为同意权行使的依据，事实上是一个难度相当高啊的工作。那既然明天还有质询的时间，所以其实我前面有几个个别的问题，我也直接就秀给所有的被提名人看。这个是明天我会请各位清楚回答的，包括了江宜桦在中国批评说推动促转是要用民主手段打没有枪炮的内战，你赞成吗？依照促转条例，你愿不愿意承诺一定会把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史料征集归公？第三个，要不要调查林宅血案，查明真相，追究责任？第四个，在戒严时期暴力威胁党外人士，从促转条例的精神来看，只是奉公守法，不应该追究责任吗？我下一个请教一下副主委张天钦先生，您今天所提出来的书面资料，真实的反映您的想法吗？应该有九成，应该有九成。那有另外十成在哪里？另外一层是我要跟您报告，是有些问题就是刚刚我拒绝林维洲委员。好啊，这个问题，这个答案是您自己回答的吗？大部分是我调整过的。哦，大部分是你调整过的。是，我有讨论。所以你会愿意针对你所提出来的问卷来负责任？是不是可以请你用麦克风，这样大家才可以听得到？哎，是不是？我当然为我所写的或同意的部分我负责。OK， 好。赵副主委被提名人，我想要请教一下哈，你在这里面所提出来的资料，抄了多少人的东西？抄袭了多少人的东西？我要跟您报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他的见解我可以接受的话，所以每一个文字，包括标点符号都可以抄。不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有没有侵害著作权？如果他只是单纯的部分的见解被部分的见解被你所引用，不用标污注，这有没有违反著作权？你抄了花一分老师的东西，抄了吴乃德的东西，一段又一段，一段又一段。你们即使压缩我们审查的时间，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我的习惯向来是你们交上来的东西我一定认真拜读。当我认真拜读完了以后，跟我印象里面我之前所研读花老师的文章、吴乃德老师的文章长得根本一模一样的时候，我就开始比对了。时间再短，我还是比对出来了。作为一个法律人，作为一个律师，这有没有违反著作权法？我现在哦，只有秀一部分出来哦，我说话我负责啊。这个还只是花一分老师其中一篇文章的其中两段，还有其他的部分啊。吴乃德老师写的东西更是一段又一段的抄，完全没有影句，这样有没有违反著作权法？这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我第一个，这要看我从哪一个角度。对，第一个我要报告的是，我接受他的想法。所以呢，一件事情，我们著作权所保护的是思想还是表达的形式？我们著作权是整个概念上它非常大的一个弧度的部分。作为一位法律人，著作权所表达的是思想还是表现的形式？我相信啊，所有在大学里面修过著作权法的学生都会有清楚的答案。我可以明确的跟张副主委讲，您这样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著作权法。
完全没有引注，把别人的东西当成是你自己的东西，抄在你给我们回来的答复当中。我建议您今天回去重新对一对，有多少东西是抄来的，诚实的把它标注出来。下一个问题哦，请主委被提名人。当初哦，有非常多啊，我们台湾优秀的青年到美国去留学，他们希望能够去学习美国更好的高等教育，去吸收民主自由，把这个风气吹回来台湾。结果呢？结果他们在海外去倡议有关于民主自由的思想的时候，被美国这一边波士顿的报道说，美国外国的学生跟政府的间谍。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的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职业学生啊，党国体制派出去的，不仅是收集情报啊，还恐吓台湾的留学生啊，让他们变成黑名单啊，让他们的人权遭受到侵害啊。这个只是其中一位啊，范清亮先生在美国发明的验孕棒，对于整个人类都有非常好的贡献。结果呢？结果他被拍照，被恐吓。这些事情，主委您认不认为应该在促转会查明真相的范围内？我们会根据档案的发现来逐步进行这个。非常的好。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提问说要不要征集中国国民党的档案？因为有一些事情感觉好像各说各话。好几年以前，大家在指称马英九先生，他是波士顿通讯，他是波士顿通讯的主编，涉及到有关于职业学生的通报的迫害，结果他一开始都否认。到什么时候？到我们好不容易最近终于找到传记文学《马赫林马英九与革命实践研究院》，他自己的自传，总不会错了吧？他自己的自传里面写什么？写说王少林、叶舞台、李南桥，全部都是他的笔名啊。全部就是涉及了当初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因为这种职业学生的作为，人权被迫害这件事情，马英九的责任，主委你认为应不应该追究？当然，责任的追究一定是在事情真相的基础上。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你同意要先追查真相，我也很佩服。责任要不要追究？根据资料所档案所发现的资料来厘清责任。来厘清责任，所以责任会追究。根据所发现的，当然嘛，所以我刚就跟你讲了，是在真相的基础上嘛。如果真相的基，如果真相的基础上，如果涉及马英九的责任，你要不要追究？我跟你提一下哦，所谓黑名单呢、啊，在我是党外的阶段、啊，我到海外去演讲的时候，就好像你们不好意思哦，主委被提名人，今天我如果有一个小时的话，我很乐意跟前辈请教，我们在这边坐下来好好的谈。对不起啊，我剩下只剩下三分钟，我后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您哦。马英九抹黑美丽岛事件的特务行为，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现在发现的史料里面他自己讲的。他说民国69年初，他奉命编撰《高雄暴动真相》，然后赶快还配合什么？配合我们在国外国会组的，赶快分发给大家。然后事后还得到中国国民党海工会跟其他长官的奖励，这全部都是史料。这样的责任要不要追究？来，我再进一步请教一下黄主委哦，对于台湾民主宪政发展，这个跟管行正义非常有关系啊。吼，陈水扁先生他是一个不知节制的权力滥用者，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表明一下具体的三件事情？陈水扁是一个不知节制的权力滥用者，三个具体的事证。这个我应该听你讲才对啊。不对啊，你不用听我讲啊，因为这个啊，是我从你的文章里面啊所揭露出来的。您的文章写啊，2008年马英九当选的时候，这么大的一篇文章是您写的，魔咒已破，巩固台湾民主。在你的文章里面啊，写陈水扁根本是一个不知节制的权力滥用者。哦，我先请您提三个具体的事证，因为我在你的文章里面我读不出来嘛。那个黄伟的，你这种讲法，我看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这种文章是请你了解一下，这个台湾这个总统直选制度啊，在这个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经过一番奋斗才出来的，所以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我大概都会写对你那次大选一个评论文章。我没有，现在没有在挑战你写的动机，我现在在请教的是说哈。陈水扁很快从一个党外人士、民主工作者，变成一个傲慢的权力拥有者，又变成一个不知节制的权力滥用者。那这个，因为你写在文章里面，但是你没有举具体的例子，所以我看不懂。我现在请教您的看法是什么？我没现在没有办法答复你的。好，没关系，我们明天继续。那第二个，您在文章又说，马英九当选所代表的意义是找回台湾传统的核心价值。来，请问他如何找回台湾传统的核心价值？台湾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所何止？你这个对照话哦，而且都一句话一句话来答复我。那个方伟呢？你是 Cornell 的博士啊？这种对照话，那找一句话来答复，我觉得不是很符合科学吧？不会，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诊断来看啊。我现在是没有时间啊，你要诊断大家拜读了以后，我们慢慢来讨论。我都没有问题嘛。那个是对于时事的一个评论，对嘛？所以我现在请教您嘛，您在文章里面所写的，我没有篡改一个字。马英九找回台湾传统核心价值，指的是什么？你虽然没有篡改，你上下句、前后句这样这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了。我解读这种方法哈，跟坎内尔大学博士，像拥有这种学位的人，这种问法，我解读啊，我的感觉里边呢，没有关系啊。如果啦，不要用时间的限制的话，我们坐下来哦，一对一对谈，谈半个小时，谈一个小时，谈两个小时，我都可以。但是请您谅解哦，我只有这样的时间，时间马上啊就要结束了。也请你谅解，来，我没办法用这种方法。下一个问题哦。胡佛先生在2014年的时候，他写了哈说检察一体包括总统。那按照媒体上面啊的描述，当然今天您有写了一个声明啊哈，这个声明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晓得在我质询的时候可不可以深入您声明的核心，但是我先简单的请教哈，胡佛先生所写的这篇文章，当初你们在进行讨论的时候，你有没有拿这篇文章跟负责调查的监委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客观事实，有还是没有？对，有啊，有嘛？对对对。所以你是不是支持胡佛的立场？那个黄伟呢？你应该了解监察院呢弹劾的流程。我觉得你很抽象化，而且把它单调化，而且你要归纳到一个结论。这种做法，我再强调一遍哦。没有，我没有，对不起哈，黄黄雄被提名人，我现在单纯的只是请教一个事实的问题。我现在跟你讲，第一个事实的问题是说，当初你有没有拿这篇社论跟负责调查的监委进行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些事情啊，大家都在问嘛。啊，你今天首度承认有这样的事情，那我现在请教的第二件事情是说，您是不是赞成？胡佛老师当初拿写的这篇社论，所以才会拿这个社论跟负责调查的洪德玄产生激烈的论争。我不知道哈，我这样子的问题到底是哪里过分？我没有说你过分，我只是说你不了解。那没有关系啊，请您说明嘛，你是不是赞成胡佛的立场，所以拿的这篇社论跟洪德玄有激烈的争论嘛？我现在在跟你说明嘛，我现在正要跟你说明嘛。监察院弹劾的流程、啊、一定是由调查委员先就提案做报告与说明，然后他会有一个刑达构成。刑达构成就是有参与的委员、啊、对这个有哪些意见提出看法，请他请教。就这样，就是个流程上。我跟你讲，你们在我第四届当监委担任的时候，你们有200多个协组，有20几个团体。针对陈玉玲来台那个执行期间的泄污专案，对不起，黄黄雄监委，我们一码归一码。2008年的事情哦，野草莓那个时候的事情，如果要讨论了、啊，我们可以再另外找时间讨论。但是我现在在请教您的，是2014年的这个事情，你要跟我说不能够这样讨论，那我现在完全没有限制让你好好讲，你又扯到2008年去，那个案例可以拿来参考了。
所以呢，所以我的问题还是一样啊。当初你是不是就是赞成胡佛这样的讲法，所以才跟洪德璇在那边拿着这个社论产生激烈的争论？今天你终于公开承认了，拿着这个社论跟洪德璇激烈争论的就是你本人，没有错吗？大家没有冤枉你吗？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2008年陈英林来谈那个案呐、啊。不好意思哦，也是经过这个、啊、黄黄雄前辈，黄黄雄前辈，我现在在请教您2014年的问题，然后你一直要跟我谈2018年的问题，我们也不愿意跟您谈2018年的问题。今天我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坐下来一件一件对我都没有问题。今天我也没有完全否认您在台湾民主史上的贡献。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就是理性的就事论事，所以我的问题都很具体，我的问题都很具体。因为如果不这样子具体的问的话，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清楚的厘清。现在主席站起来了，所以主席应该是暗示我要下来了嘛？我不是暗示，我是明示。OK 好，那我今天的这个题目，等下我来处理。好，我大概铺陈的。前面、啊、前半段已经铺陈完，那我们剩下的问题，我们明天再继续深入的进行。谢谢。好，谢谢黄委员。来，两位请回。我先跟这个被提名人说明啊，因为来，请回，请回，请坐。这个各位，我们立法院在审查的时候啊，各位过去包括各位的著作，各位的这个曾经这个做过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有可能都会被一一拿出来检视。那么今天因为每一位委员的质询的时间也都有限，但是呢大概也都提示了题目，那么所以各位大概也都心里有数明天大概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那么请各位利用今天晚上的时间到明天早上啊能够好好准备，好能够跟对委员做更清楚更有说服力的说明。好，我们现在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被提名人黄黄雄。好，请黄黄雄先生。高天慧，高天慧女士。好，黄委员好。你好。那个还有高牧师哈。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啊，这个第二条第二项啊，这个最主要列举出了你们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啊最主要的工作啊，这个有第一款到第五款啊。我们看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第三条的第一款啊，威权统治时期，只至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啊的时期，这个是台湾省政府公报啊，这个现在这个在电脑荧幕上哈、啊、看到了是台湾省公报啊，它是针对台湾省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啊，因为行政院啊在民国36年11月啊指。命令这个台湾省政府要定这个台湾省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其中啊这个办法啊，这个办法的第八条啊，第八条规定哈、啊，这个办法是1947年哈、啊，也就是民国36年啊12月啊公啊发布施行的哈、啊，这个第八条规定呢、啊，经全台湾总督府。依据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清理之结果，归公有之土地，概不发还。这是日本呢、啊，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日令26号令，也就是他们台湾总督府啊，来清查啊，依他们定了一个土地调查及林野调查的一个清理的一个要点。好，然后清查结果把很多原住民族的土地收归公有。请问一下这个被提名的黄我们就称你黄委员好了，你是前辈嘛，黄委员。这个日本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把台湾的土地带走？没有嘛，对不对？还在台湾，对不对？既然这个土地还在台湾，是不是离日本离开之后，他的法令还有没有效？日本的法令还有没有效？黄委员，日本的法令，日本当初在台湾统治的时候所定的这些法令，他离开的时候还有没有效？失去那个基础了。啊，他失效了嘛？他土地，他原来收为公有的土地，把原住民族土地收为公有的土地，他没有带走，是留在台湾。结果行政院指示，啊，命令台湾省政府定了这个台湾省土地权利清理办法，而这个办法是在1947年，啊。是不是在这个威权统治时期？对，啊，是在威权统治时期，1947年，民国36年，这样的一个土地全部要哈，啊，不归还，有没有概不发还？台湾省政府定了一个办法，概不发还，所以原住民族的土地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国有土地。主委是不是这样？你觉得这个要不要处理？要处理。好，那个高牧师，必须要处理，啊，因为原住民的土地流失真的是从日本时期到国民政府。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可不可以处理？这样，那个。高牧师大概没有办法回答，应该还是要前辈哈。你当过立法委员了，也当过监察委员了。过去你在监察院当监委的时候，虽然没有所谓的啊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也没有促进转型正义的这个什么条例，啊，你一样去做了一些调查。那你现在有这个调查权了，啊。啊，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给你很多了。刚才的答复里面提过这个问题，我们纳入促转会的那个考量工作之一嘛。我们刚才已经这样了，当然你会未来研究之后哈，你未来研究之后可能会没有你答复给我的可能没有办法如意，没有办法像我所希望的啊。但是你是主任委员。你是一个机关，当然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立法院的民进党团主动立法，这个是没有行政院版本的哈，嗯，没有行政院版本的一个条例所通过的。当然原住民族的立委对这个条例是非常非常的啊，非常非常的愤怒，非常生气啊，因为刻意的排除了原住民族的最重要的转型正义的部分啊。那未来我非常期盼这个主委这边哈，未来的主委，你们可以修法啊。如果你后来发现啊，后来发现我这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1947年所定的这个台湾省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它非常的不公不义，而且是违反宪法哈。中华民国宪法第15条，人民之财产权应予保障嘛哈。宪法第23条规定，除了哈这个这些第15条以前的这些，包括第15条的这个自由权利，除了为了防止妨碍他人自由紧急。啊，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者是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要限制哦，也要有要以法律，也要而且要符合宪法啊第23条的一个规定啊。那大法官释字第43号也特别规定，涉及人民之其他自由权利之限制者哈，应该要有法律加以规定。那中央法规标准法第5条规定，
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应该要以法律来规定。但是这个台湾省土地权利清理办法，它是一个法规命令，也没有法律的授权啊，没有一个法律授权说他要定这个办法啊，所以他不仅仅是违反宪法，也违反中央法规标准法，所以呢他就是违反宪政秩序嘛。如果按照我们促转条例的写了很多都提到违反民主宪政秩序，就违反宪政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对原住民族而言，这样的一个透过法规命令，当然说是威权统治时期，既然现在要转型正义，这样的一个不公不义的当时所收归国有的这些土地都应该要处理这个请这个主委回去之后，未来当主委之后希望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可以吗？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两位请回。有两件事情跟各位报告第一件这个我们明天上午9点继续开会，是在3楼这个我们302会议室，原来司法法制委员会的会议室。那第二件事情，请各位委员，还有我们立法院的同仁，还有各机关代表，还有我们被提名人离开的时候，请各自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外面的这个暴力冲突非常严重。那么各位被提名人，等一下请行政院的同仁能够引导各位走安全的这个通道。那么这个各自注意安全，明天的状况还是会比较紧张，所以请各位，请行政院安排各位来的时候也要最好能够这个有一致的行动，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大家辛苦，明天继续，今天休息。